先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啊，先分享一下。啥情况？先分享一下。也包袱啊，哈哈。也不要一把火，这个很正常，有什么好生气的？啊，三哥还在路上啊，稍微等一会儿，还在路上。鸡汤，鸡汤，阿拉没鸡汤啊。被动变良心，心态要好。不开心，还想着火神杯啊啊！张伟是输给你踢球，哎，阿森看看遇到一个隔壁倒钩，人家来帮我们贡献 GDP 嘛。心平气和，心平气和看球，输赢平正常啊。对的，今天很热啊，今天很热，很闷热。博尔克怎么样？今天比赛。来。坐着去，坐着。还没来，谁过还没到？侬是哪能过来啊？看书噻。啊，那侬坐我边上嘛，侬先坐我。上过来，我不上去。不要紧，不要紧。现在没来嘛？那个，坐着去，坐。来。还是没上镜啊？嗯。没关系啊，阿拉这里是老朋友。来来来。那咱帮哪点忙？老师，大家好。侬后浪下去啦？我还好，我没海浪。啊。今朝好客下去。五分钟。你就晓得，这个就来了。啊。所以讲，这巴里。进攻啊，这个低嘛了啊。所以这巴里有种讲好客多了噻。啊，现在晓得了。现在晓得，我有多少好吃啊？没以前不来塞了吧？没有爆点啊。啊。啊，没有爆点。嗯，刚刚搿搭还有球迷讲嘛，爆点没有了，这叫小鸭嘛，小哼哼啊，给你上个球。奥斯卡一个球就两个了，你去看嘛，伊要从左边到右边，右边到左边，左到右边，这样来赢球。我们就是没有直塞球，直塞球今天打赛后也打不出来。蔡伟康刚开始塞了两个球门，啊，但是我们三大后卫直塞球，就是我们的那个攻击点啊就不够犀利。感觉这个时候就想起阿尔克森了，是吧？阿尔克森倒是也不行，就是还是要霍尔克在场上。哦，一定要霍尔克，霍尔克真正的大腿，真正我们两大大腿，一个霍尔克，一个奥斯卡，双核。他们两个在一，如果边上面，嗯，你想，如果再增加一个吴磊就不得了了，这个配置就完美了，这个配置就完美了，是吧？现在我们其实我们全部是靠打反击，阵地战，阵地战就需要浩克这种，对，搅屎棍一样的，啊，前面全部搅乱，啊，阿瑙其实今天四脚射门都蛮很漂亮的，啊，包括头球有一个很厚的，今天张璐开挂，对，这个也没办法，这个也没办法，联赛我觉得
总体来讲呢，比去年还是要好，因为去年同期的成绩，我们比去年同期还是分数要高很多，对吧？但是遇到这种困难，我觉得也是预料中的，就是连三连平嘛，因为去年好像也有一波不顺嘛，联赛当中啊，今年输的还好，只输两场。是我们有一点比较好，我们是强队，豪强杀手。哦，打强队特别有信心。我看我们强队就输了一场很大。对对，马上就把就打弱队不行，打强队。因为为什么？就像三哥说的，因为我们打强队，我们是防守为主。啊，对，前面的空档比较大。你看我们打弱队，人家就在后面，嗯，进去门前都是脚。嗯，啊，这个就是。啊，有的人在说阿瑙怎么不好，但是你们没看他没有？这里我看很多球迷说阿瑙是可以的，还是认可他。今天运气不太好。对，今天就是其实我觉得一切都很完美，就差个运气。就最后如果进了那个球就漂亮，对对吧？就也不存在红牌，对吧？进了嘛就不存在红牌，啊。奥斯卡怎么会走啊？这不可能的。现在不会走。合同到了就走了，我们就对吧？合同应该会续约的吧？我觉得。要再进。现场看阿瑙能力很强。不谈运气，你不谈运气，这个足球就是运气足球的一部分。对，这必须承认。强队跟弱队不要踢了，肯定输的。就直接弱队肯定输的，是因为有运气成分的。还是有运气的啊。对，今天运气不太好。就希望就是。不要看，不要影响到亚冠。对，主场天河都不行，是不是港口一盘棋啊？没有这么多阴谋论啊，心态要好点啊，心态一定要好。去年不是也我们有一波不胜的低谷期嘛，对吧？这正常的，我觉得啊，也不要过于的那个。联赛冠军是比较难的，对，联赛是太稳定了，联赛是周期比较长嘛，还有九轮是吧？恒大的优势就是下一轮蛮关键的，下一轮是国安踢恒大。我告诉你，我们拿冠军要具备几个条件啊？那我们把客场要把国安、恒大都赢了，都赢了，还要把鲁能，国安要把恒大赢了，啊，还有我们把鲁能要干掉。我们就我们说先说跟他们三个强队之间的关系啊，就我们刷杀他，然后国安要杀，就是等于是恒大要两输两场，对，恒大要连输两场，这概率就比较小，对吧？然后我们跟国安还是有分差，还差两分，还要等国安犯错误，对对对，或者我们直接攻击，而且我们要后面的球都不能犯错，该拿下比较很难的，很难，已经很难了，还是重心放亚冠或者足协杯上，对对，这比较靠谱一点。拿过冠军了，明年再努力了。嗯，所以说那个球员也不容易的，对吧？去年拿过了，今年无所谓，我们球迷心态很好的。啊，现在上除了小年外，其他本土球员，塞过来了。哎呀，总是等的花耳朵去。我都来开 party， 就个哪个女人？我都来开 party， 两个女人我都有念。那叫三哥，我带上三种。再过来，我是我去看上哪两个外国小姑娘，中国小姑娘有。那我现在讲两句。那等一下，等一下我去啊！来来来，哪两个都是我来递菜，我来递菜，我来递。来来，三个副当总，我来点菜。我也上场就是。哎，对对。哎，这个怎么按了没反应呢？怎么不来的？那我手进去。这边还有个窗。经常要上场的球队来。那好呀，三哥去吃香烟了啊！大家等太久。三哥来了又跑去了。啊，又去吃香烟了。然后那两个人去了。吃香烟是看小姑娘去。伊是。侬刚刚清爽。我瞎讲，我瞎讲要不发来声，我。啊！一边吃吃香烟，一边吃吃香烟，一边看小姑娘。不要讲取消游，好吧？取消游事体过去了。啊。还是 passport。取消游哪能啦？取消游最近不灵了。自从剪了短头发以后，我不喜欢了。原来是长头发，原来是长头发。这我倒没注意嘛，你倒很注意观察的嘛。好了好了，阿拉今朝讲三股的故事，好吧？讲三连平的故事，不要讲取消游事体。讲三连平的事体。三连平的事体，不要讲不讲法，又讲到退游事体了。要讲取消游，要讲退游事体。取消游哪能当退游的咋讲了？女人，三哥一过来又要讲个话题了。阿拉节目高老高大上了。
不干这种小事体，好吧？小钻风，小钻风，他又叫小钻风啊！生成那片红海，生成那片红海，哭哭哭哭哭哭，跟你啥呢？华达妮妮，华达妮妮，你的吧啦？没你的，吃宵夜凉飞飞飞，后头跟了给，吃宵夜事体过他，好吧？不要再讲了，啥人再讲我奶奶坐进去，好吧？老郭，我问问侬，时刻是不是从来不的徐小刘？不要再讲了，好吧？好的，取消。搿问题到搿归他，好吧？现在你看，把侬起个绰号叫取小刘啊。我不姓取，好吧？啊，我姓刘，我姓刘。小刘起了个要取嘛？对对，不大好看啊，但是不好看了呀，所以不过去了，好吧？搿事体从重庆的事体讲到现在，要讲两个礼拜，半个号头啊。三哥呢？三哥吃香烟去了，让他等等。看小姑娘去。看外国美女还是看中国美女？都有的。那么你觉得三哥会喜欢洋妞多一点还是喜欢土妞多一点？都喜欢。不是，只能选一个，偏向一个洋妞。为什么洋妞？他刚刚说我要看外国小姑娘。哦，他这个明确说了啊、我没听见啊、他说我们要看外国。刘小姚，把他起来的名字叫刘小姚。刘小姚，不要叫了，好吧，绰号不要叫了，文轩，文轩。换频道了，这样大家先真正刚刚一辈子一个。三哥还在抽烟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微博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到哪里？到那个微博上面。微博那个还有朋友圈一个。好了，好，三哥，好了，三哥来了，好了啊！三哥洋妞、法妞都看好了，来翔哥坐进，我们让三哥，我们来三哥，翔哥能休息些，我在阳台听到休息些呢。我来底层，因为上趟从重庆、武汉开始，广州你也三连客了。对吧？你喉咙不好，你也休息一会儿。喉咙还不差，阿拉是带的女人哦。好。难道我刚刚又在带女人，我上来又要带女人了？哎呀，我都看好了，看好了，看好了。我都是啥是白人还是黑人？白人。今朝没黑人，阿拉上来白人，侪白人。来，我后头跳舞。还有中国小伙子。那是啥是？哦，个屁股哈多。是俄罗斯的还是欧洲的？韩国人有啊。不，你跟他说过没有？我会简单的两句俄语。嗯。打完了是的是，打死完的打你啊，再会。一个是打完了是的是，就是。同志你好，啊、哦嗯，对吧？然后再见，叫达斯维达，达斯维达达迪达尼亚。哎呦，反正我跟我们没来塞，就是阿拉为了衬托一下三哥，对吧？衬托我干嘛？因为我看刚刚一个小姑娘有点像俄罗斯，嗯，对吧？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稍微气氛的稍微轻松一点啊，这个大家心情都不太好。叫拉斯维达尼亚啊，想要哪想哪啊。拉斯达维，拉斯达维达尼亚啊。叫三姑刚，叫三姑刚俄罗斯小姑娘。干嘛了？让三姑先聊聊伊的人生经历啊。反正呢，侬不是开始讲，我觉着呢，我为啥侬不跟我去看？需要那十公斤的米线一组。没，我已经两个礼拜没上来了。没上来，寂寞奶奶晓得吧？啊，寂寞奶奶。噶漂亮的美女不看，一定要去看吃宵夜。那我去吃香烟了，晓得。我不吃香烟，我回头吃香烟。那我去吃杯饮料，还是去看宵夜对吧？那么我不要吃宵夜好看对吧？我吃宵夜嘛，六，吃宵夜事体不要再讲。啊，那个是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节目。哎，我是为了吃宵夜个节目，个节目个氛围起来就对了。啊，三哥，侬觉得对吧？侬了给我个年纪的辰光，嗯，假使啊，年轻眼酸。对吧？侬现在应该比我大廿岁左右吧，差不多。侬年轻廿岁，葛么侬会得欢喜吃宵夜搿种？不会。为啥？不会。他审美太难看了。有空讲我听啊。但性格好啊，这个是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性格好，就讲选一个小姑娘，长得呢就讲侬个意思讲吃宵夜搿种实在太难看，看不过去，对吧？翔哥今天标题是什么？三连屏，艰难三连屏，问题在哪里？哎呦，今天要找问题啊！问题，我翔哥可能是他帮我打过他的车。我觉得，我就说一个观点，我就是觉得是从杨思源受伤的时候开始。阿拉女人聊起好吧？你这怎么？这个频道切了太快了。那小姑娘没聊好，就聊个你啊，来。不是，为啥会得跟他讲嘞？搿个杨思源受伤跟男人一样的，啥女人晓得吧？啊，杨思源是什么位置？大家告诉我。后腰。腰对吧？作为一个男人来讲，腰是老重要，对吧？就的，就是这整体，就这身体，当中腰不好，那哪能干活，对吧？后头事体我根本听说艾哈不是还上去了吗？腰好了呀。艾哈跟杨思源的作用不一样，啊，对吧？一个是干脏活累活的，一个是高大上了，一个是左面那个肾，一个是右面那个肾，啊，知道了，这样解释，你一个人有两个肾，对吧？啊，三哥侬。侬可以对我刚刚的那一番论述进行一下点评。我觉得呢，就是说，
今天呢，话题里面呢，最最难谈的呢，就是关于受伤。嗯，因为伤病啊，因为呢，刚才得到的消息呢，这个浩克的这个伤情啊是非常严重。嗯，啊，非常严重。据说是要报销整个赛季。嗯，谣传啊。要看明天的报告检查结果要看。这个呢，好像是说。可能赛季会报销啊，但是我没有确证，嗯、我没有确证、嗯、啊。好像是要等明天的检查结果，核磁共振。但是这个要问一下，我好像看到是动画大王说的、嗯、啊，不一定啊，这个还是，但是如果真的是大王说的话呢，我是比较相信的，因为大王他比较谨慎一点，嗯、他一般也不会乱说。嗯嗯、这个比较严重了、啊。如果是如果这位嘞。浩克才能不好啥呢？像侬讲搞啥么子了？侬个上港人啊，人才济济啊！我记得我们上次输给浦和，嗯，就是因为浩克没有上，你记得吧？召回吴磊，再买外援，来不及了、啊，来不及，已经窗关了，下窗关了。他嘞，董事嘛，总光接替下窗关了，上了总光不是老好啊。啊，搿来不及了，那不是现在就祈祷他能够内部挖潜呢？有人知道吧？我这个消息我要确认一下，因为要祈祷，现在只能祈祷怎么呢？就是充电宝、啊、奇迹发生。我没有那么快去联系到这个我认识的俱乐部的里面的一些朋友啊什么的，嗯、但是就是说，以现在刚刚得到的消息的话是，刚刚清了，非常不妙了。那么这场比赛我们这个代价大了，代价大了。啊、代价大了，一个红牌被那个恒大拉开到六分，两场比赛、啊这个，然后腰又伤掉了，而且浩克吃了个红牌，三个你看清楚，我跟你看清楚，怎么伤？没有人碰他，他自己崴了一下，拉伤的，自己拉伤的，自个拉伤，别了一下，没有，周围没有，不是是拉伤是别了，就上海人讲的别筋，别挤，别筋，膝盖别了筋，别挤，别了胯部，搞裆部。根本不是膝盖了，胯部和裆部是他的，他到底是膝盖是？我不晓得呀，就是我觉得是他的老伤，五十五了还是五了？三哥，你还记得吧？一六年浩克刚来。那如果是拉伤的话，我觉得不会赛季报销。如果是膝盖扭了，我估计不，翔哥，我不是这所谓的。其实你现在因为什么？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算到赛季结束，也就三个月。是有的，病一病啊。啊，你就不是你就是说，如果有一点伤病的话，你休息三个月的话，那也很正常啊。这个12周，所谓的赛季报销，不是说这个伤一定要很重，你要讲时间并不多。嗯嗯。那就是祈祷吧，祈祷他能够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伤呢是一个浩克的老伤。我刚要就是跟三哥说的是，我记得他一六年来的第一场比赛是对，好像是对重庆力帆还是杭州绿城，打进一个球以后好像就拉伤了，拉伤就是在这个裆部和这个大腿内侧。是个河南吧？河南还是重庆？还是杭州？这个河南建业。要这么说，一般来说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是石家庄永昌啊，不是石家庄是那个应该是建业，建业石家庄是红卡，建业那场比赛是在主场嘛？我是觉得呢，一般的话呢，外援刚来的时候啊，在因为不太适应是中超，有些人呢刚来的时候呢，认为呢他可能主观认为呢，你中国足球呢节奏不是那么快，其实水平比较低，我们中超是很怪异的一个联赛，嗯，节奏不快。但是身体碰撞强度是非常强的啊，这个你跟五大联赛比的话啊，跟英超差不多的。但是呢，我们就是速度没有英超快，我们打快不起来的这个。那你觉得阿诺特维奇能不能补上浩克的这个位置呢？补不上，差距很大，补不上，因为浩克他不仅是一个水准的问题，嗯，他还牵涉到就是说他的一个第一个是他的风格，就阿诺特维奇。他跟浩克最大的区别在于，浩克是可以自己为自己创造机会的，嗯嗯，而且也可以为别人创造机会。我知道啊。那阿瑙的话，那首先第一个，他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别人给他创造的机会，他能把握住，就是要喂球的，啊、他要喂球，啊、饼还是要喂给他，就像吴磊一样的，要喂又有人传球，啊、嗯，就是浩克他的他可以自己带他的级别呢，就是我刚才跟小刘说过问题，浩克他不是世界巨星，不是巨星，但是他是就比巨星差一档的这种球员，就是他既可以为别人创造机会，他也可以自己解决问题，这可以啊，而且这个还不重要，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呢，他是我们的队长，嗯，对，也就是他对这个球队啊，他是已经是凝聚力啊，他已经是感情都注入。今天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当他受伤的时候，他还
坚持了一会儿啊，他就是他呢很有责任感啊，他轻伤不像火线啊，这肯定我对吧？发生在浩克身上，我他这个归属感我觉得很强。后来就、啊、现在有球迷就说啊，可能这个赛季就有可能，这完全有可能我不想说那个三，完全有可能，完全有可能 叫什么四大提供大师对吧？我们超马杯不是吗？这不超马杯，他们说就是联赛亚冠、足协杯那种平均冠军的，平均冠军、啊、这个也是的呀，也算是。我们已经拿到了，已经拿到平均冠军。你们两个很佛系啊！不是说很佛系，这个你认为这个属于天灾人祸，你怎么避啊？避对啊避不开。这个、天灾你说到这个，这个、你说到这个天灾人祸，啊、我不知道、啊，我今年的感受是这样的。嗯，今年上港可能从赛季开始啊，换了体能师以后。等一下，2500万漂水里，这个话我不认可的。2500万后面还有三年半了，你慌什么了？他们的意思就是那个2500万，2500万绝对不是为了什么赛季末拿一个冠军，这个就是上次直播就说过一个观点，就上海人有上海人买东西的一个、那你一个思路。你告诉我这个一年3年半嘛，就平均一年大概800万左右。啊对啊，一年800万左右，当时为什么要买阿瑙托维奇？那这个位置上缺人嘛？就是少。哦，我们缺支点嘛。缺啥补啥。你这个意思就是阿瑙托维奇2500万，肯定比阿尔克森的那个900万，或者说现在500万、1000万的这个要值，对吧？这个你拿阿瑙跟埃尔克森比，那肯定是合。我不谈了，来、啊，你们俩来直播。不、啊，不是，你听我讲完，啊、你听我讲完。啊、我的意思是，这个好，强于他换掉，这个是正常合理的逻辑，就是花这个钱要这个买的东西要比这个好。首先，第一个来说，如果说埃尔克森可以打的话、嗯，我们也没必要换，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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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虽然不是很强，但是至少我想说的就是正常合理的逻辑，啊、就是我花了这个钱啊，要买了比我原来要买的东西要好，不然我花的钱不是白花了、啊，对吧？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我作为就是一个，比方说，经营俱乐部，我要盈利。你因为你之前一直跟我说，莎莎是谁啊，翔哥？刚才跳出来一个信息，莎莎草字头的莎，莎莎啊，莎莎加请求加你为好友，你告诉我莎莎是谁？不是这个，不跟一直播没关系。那我不知道啊，谁把我的名片分享出去了？就是你说的，就是外援就是 business 就是生意的话，就是花了钱要有价值，对吧？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买人不是看半个赛季的，对不对？对，明白啊。你以为你意思说这半个赛季上港队其实是、啊、就是想让他适应一下，就拿半个赛季。那、他必须要就是考虑到通过半个赛季适应，并不是说我们要就是后面有亚冠、有些杯、甚至有联赛，所以去买，把一定要砸大钱。说这个事情呢，砸因为就是阿瑙的3年半合同呢，跟浩克的当时签的也是2年半还是3年半的合同很像，是吧？因为。也是需要通过半个赛季，因为浩克刚来前面的这个半个赛季啊，就是我觉得浩克一开始也有点看不起中国联赛，这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现在阿瑙的状态和浩克刚来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很像，洋洋洒洒，懒散散的这种感觉，同意的，就是这种。很类似的感觉。你外援他你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对的，就有些能适应了。能融入球队了，他后面就会越踢越好，因为他水平本来就是比较高的。有些，比如像特维斯那样，也是一样的。他觉得呢，就是说呢，特维斯踢法其实跟现在阿瑙的一些表现是差不多的。就在无球状态的话，他基本上不跑。在有球的时候的话，是拼了命跑。但阿瑙也是这样，我们不说阿瑙不好，就说阿瑙现在的这个踢球的他的风格，他就是这样。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会拼死拼。但是他没有机会的时候，他基本上就不是绝对的机会的话，他不会去啊。他在散步。他等于就是他要人喂饼，为了好。他是这种呢，就是说，就是只仅限于球商比较高的球员。那球商低的球员，就乱跑了，对不对？反正是个机会，不是个机会都跑出来。但是足球比赛，我还是这个理论。所有的机会是要靠跑动来创造的。如果你不跑动，机会会失去，不是机会的也没机会。如果你跑动，首先你有可能会把握住机会，然后你有可能把不是机会变成机会。这个就是足球比赛，为什么我们说杨世元好？他这样拼命跑的话，他把很多的机会，把很多的没有机会的这个球变成了创造出了机会。奶冰对吧？所以说，凯撒香肠芝士披萨，所以那个龙虾片。
千里马才会说杨思远是天上赐下的礼物嘛，啊，因为上港的整体的对你对国内球员嘛，缺这种类型。国内球员嘛，这个以前呢，我这样说吧，四五年前的老蔡呢，要比现在的杨思远要好嘛。柠檬雪碧，你觉得四五年前，就老蔡随着年龄的上去呢，嗯，他的跑动能力下降了。今天不跑的，今天是也跑得很累，啊，但是好像可能效果就。要稍微差一点。沙维康那天表今天场上表现数一数二，数一是数二，但是跟他就是当年那种，就是在东亚出道的那种巅峰时期的状态比，这个是已经天差地别，又觉得。不小吃拼盘，这个小吃拼盘，这个差多少年了？鸡米花，差个将近六七年。和那个小香肠，你六七年之前，你一个晚上就五种。你怎么一说到这个问题？这个就不要了。我们就那么年龄在那边，你非得是去跟老蔡。所以就是说，杨思远嘛，要比老蔡年轻一些，是吧？能够跑。所以说到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在下一批的，就是杨思远之后，能不能再有跟他差不多的人，来一个后腰跟他进行一下轮换，内部挖掘。如果有这样一个。就是传承了，然后一个凯撒，一个就以老带新的方式，一个我还是比较放心，这也能传承的。就是看下面能不能再找到像杨思源这样的球员，因为我们现在缺的是这。我曾经在以前的直播的节目一直说的，就是上港，我跟你说过一次啊，就是说缺一个像这朴成、池中国这样的后腰。现在杨思源，今年的半个赛季的时候我是看到了希望，但是这个半个赛就后面这个比赛伤了以后。我就突然觉得上港这个腰断档，池中国呢是没有，朴成我也不觉得上港，我拉林创一出来，你觉得比朴成差很多吗？朴成那么短路的时候也很恐怖的。不，我说的是在那个，啊，就是防守上面，林创一的防守相对要弱一点，这个林创一的进攻我朴成跟他是一样的呀，朴成他的这个进攻要强于防守。对 啊你朴成的例子，如果池中国，我承认的，临床你是比不上的，比不上，对吧？啊，比不上的。这就是北京国安，如果你能挖，我是说，当年因为赛季这个比赛，这个话是在赛季开始的时候，是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嗯，就是我们那个天津办年会的时候，你坐在我旁边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讲，嗯，我说如果我们能把池中国挖过来，嗯，那买人了，你是说？当时就在赛季初的时候说的。啊，那个时候我还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杨思源这样，因为你从去年的时候就觉得老蔡的能力下降蛮明显。对，在节目我没说，我没有说过，没说过，不，我没有说是他能力下降，能力下降就体能下降。对对对，能力在那边，能力在那边，就可能因为是体能。我自己也很喜欢老蔡的啊，你喜欢的人也蛮多的。不，我说球员我喜欢老蔡。你是喜欢于海吗？海哥是我一直很喜欢，杨思源你也喜欢。我们上港的球员，你不可能不喜欢吗？你不可能不喜欢吴磊啊！你跟我说的呀。我有些上港球员我就不喜欢。不，你听我说。张一宇好，我天天黑。啊，我你说张一宇好，我给你个表情，你自己考虑一下。啊，我最近我看到张卫，我头也比较大。张卫头大。张卫今天已经不是一次直播在说。张卫今天是不是属于那个下雷阵雨，脑子进水了点？也不是啦，他这个就这个风格。这个是他是个能力问题，上次直播说了，啊，对吧，翔哥，对吧？上次讲过了，啊，上次直播已经讲过了。我，所以今天很多球迷也说了，确实是。那个今天的这样子，如果于海首发的话，会好很多。今天为什么不用于海？谁知道啊？陈冰冰也可以啊。这个、对啊，佩雷拉有的时候他没看我们直播啊。那不是上次你经连续几次说了吗？我问一下，那个用于海用陈冰冰啊，那个又不是没有人。那个从重庆开始，他有可能到广州，今天这个队左路浪费多少机会？右路今天右路浩克下场，右路已经死掉了。这个全靠左路。这个上半场很明显的，中场休息的时候，那个天亮星看台那个球迷都说了，张威的这个球出不去的，他就只有一条路，就传给奥斯卡。他拿到球就传给奥斯卡，拿到球就传给奥斯卡。我要是对方防守球员，我也会防你的。我也看懂了。不止这些，但今天不是这个，不是喷张卫，不是重点。不是喷张卫，这个不是重点。就是说，就是在我们今天来回顾下窗，对不对？那电闪有了，雷鸣没有啊？对不对？那么你雷鸣是指什么？就是我。
我据我所知的话、啊，俱乐部是有在跟内援有接触的。外援叫电闪，啊、内援叫雷鸣、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就是力度不够大，力度不够大。就是说在买人这个事情上呢，我呢一直呢是啊，不是很激进的啊，不是很激进的。2500万欧元三年不能买到阿姆托维奇，那么这个价钱如果下来一点，国内球员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最近在整个这个下窗期的话、嗯、就是说我看到很多上港球迷在争论买不买人的问题，嗯，对吧？阿瑙买来以后还有很多人在问有没有内援、啊、内援会不会再引进、嗯、因为我们呢一直是提倡挖钱、嗯、挖钱。那么我觉得呢，我个人呢是倾向于呢、嗯、就是说不买，不是不买，我个人的观点是呢买不到啊、哦，就是国内一些中超前次的、哎、你去买、就是、中上游球队人家不，你去买。我们现在呢主要是两个问题，我直播时一直说过的、啊、对吧、嗯、左路、嗯、左边后卫左翼卫或者说这是一个、嗯、一个坑、嗯、然后后腰间歇性的有点坑、嗯、啊，那么这两个位置，其实这两个位置博阿斯，就是博阿斯的话、嗯、博阿斯在任的时候他就盯着这两个位置，他要求俱乐部要这两个位置要买人的，对不对？到现在还是这两个位置。我们现在左翼位包括那个左后卫，就是于海和张卫两个人轮流打，对吧？于海打不了翼位。对，我知道，就是如果能换的这个位置，左边的陈冰冰，陈冰冰在前面，翼位是后面，哪有人后面？翼位啊，翼位要来回上下的，上下能力强的，没有，上下能力强的，那么呢？现在基本上呢，就张卫跟陈冰冰两个人来在轮换，因为这个位置比较吃力的，上下能力强，对不对？有的时候让吕文君客串了一下。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呢，是陈冰冰呢是有的时候上得去下不来，嗯，上下能力呢是张卫强一点，嗯，就体能能力是张卫强一点，但是呢，这个他只是在来回跑，嗯，而并不能形成这个左路的啊传球也好、嗯、突破也好、嗯、都是非常不够犀利啊，都是非常难，那么我现在还是，你不要把我带到去好像去我们在数落球员怎么怎么样。我说回到刚才我的话题是下窗买人，左翼位买谁告诉我。有人建议买什么唐淼，左翼位、哦、不可能的，这左翼位有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买谁？李学鹏，对啊，我也知道。李学鹏人家不卖的，恒大不可能卖，不要想。你们稍微姜志鹏也、啊。刚刚有人说了啊，说那个今天权健的那个郑达伦买回来，郑达伦打后边的，右边的，而且他不是打，他不是左脚将。我告诉你，必须是那百家俊啊。你好，刚好刚，不可能，人家不可能卖。你好好说，好好说，有什么？我们好好说。确实，曹永进，说仁和的曹永进。而且还买提江啊，马马虎虎还可以。天津的买提江是吧？啊，就那个泰达的买。但是我告诉你，曹永进买提江，人家也不会卖。不会卖，这都是球队核心啊。曹永进买提江，张驰明卖不？张驰明现在倒是有，对不对？你核心对吧？你这个国内球员核心，张驰明现在在重庆啊？没有，重庆卖给国安是吧？张驰明啊，好像在河北华夏。河北华夏幸福是吧？啊。大小朝阳哦，要那个太老了，那些都太老的字，那些还不如于海啊，好吧？嗯，那些还不如于海。你不要乱讲，这不，你不能，你要乱报人，我他妈的一个一个球队报过去好了，那你不用了。你首先第一个，孙可于汉超可能吗？于汉超是于汉超这个级别是够，但是于汉超打不了左边啊。孙可现在也跑不动啊。他们说话鲁能的刘冰冰，这个也不太可能。他也打不了，刘冰冰也打不了左边。左边不行，左脚。我好像觉得鲁能的左边是吴兴涵，这个可以的，人家也不会卖。吴兴涵不可能卖，吴兴涵是人家舰队的基。啊，这个吴兴涵肯定会比张卫要好一点的。每次哪个？你要什么？每次哪个是他的？你给我来杯咸宁奇。咸宁奇是赞助。我也要咸宁奇。还只点了一杯吗？这个。嗯。有没有雪碧吗？吉祥不是，雪仙女吉祥能打左路吗？这个吉祥好像也是右路。雪仙女是配套的呀，不是这个是你的。我说只点了一杯吗？就一杯。再给我来杯雪碧。我刚刚点了两杯嘛，两杯雪碧对吧？不是，我刚好还点了两杯。你刚如果团建可以的，对吧？团建说话不可能卖的，不可能卖。你在做梦。雪碧如果是一杯，再加一杯。不加。吉祥可以吗？我们国内好像这个左边
左翼位好像都是蛮缺的、啊、张文昭右边的啊，不要乱说，右边的好像中国球员都比较多啊，你看这当然左脚上本来就少、哎、对不对，你唯一能，我说句老实话、嗯、唯一能想得出的也就是召回江子龙，江子龙倒是这个还可以谈谈谈一谈啊，还可以谈谈，华夏也年龄，因为年龄大了他也肯放他这个年龄，但是问题是什么，江志鹏他打翼位还是欠缺、嗯、他能打左边位，你要他打翼位的话太难了，你觉得翼位要求太难啊，那他技能呀，体能、啊、年纪大了啊，跟于能打半场，跟于海还是一样的嗯。所以我的问题是，我的结论是可以买人，买不到悟空，那换种方法，上港又没有周军，不可以把这种彭兴利这种核心买来啊，格的老六啊。我给个建议啊，这我自己的想法啊，不知道三哥看看行不行啊？可行啊，全当无稽之谈，让王赐到左边去，让傅欢打右边，为什么觉得？再说那王申超到左边去的话、嗯嗯、他等于你把他的功力打了对折，打个对折，对对对，你除非是左边没人，他是左脚，他不是左脚，对对，他是上港现在就缺个左边，对，你这个王是打左边还不如上陈冰冰啊，哎，对对啊，他陈冰冰的功能还比他好一点，我们这个问题啊，我今天来说这个问题，在三连平之后我觉得最应该探讨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左边意味怎么下窗要不要买内援，嗯，对不对，该不该补强，嗯，这个因为为什么我也看了贴吧什么的，都上港球迷两派，一派就是认为就是应该要补强，都应该买的，那就看三年不买的俱乐部的想法，还有一派就是认为什么呢，你们买也买不到好的，还不如自己挖钱啊、哦、对对吧，两派都有道理，那你就要看新来的董事长和张总的想法，错，那这个就陷入一个误区，买不买能听谁的，教练听我三哥的吗，嗯，听教练的，听佩雷拉的呀，啊，他认为需要买还是不用，对不对，对对对、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不应该买，因为什么，我扫过一遍买不到，没有，算了别买了，他不应该，但是养个几年，但是我认为我的观点是错的、啊、为什么，因为佩雷拉想买 啊佩雷拉想买，嗯、啊，佩雷拉是公开说过的他要买边翼位，对，他要买，他年初有看中谁吗、啊、这我不知道、啊、这我不知道、嗯、那我相信呢，就俱乐部呢，可能呢，在主教练这个啊这样的一个观点下呢，可能呢也可能是动过脑筋，嗯，但实在呢也是知道，左路将实在是很稀有，全国都稀有，啊、比较少，最好的在恒大，嗯、啊，最好的在恒大啊，李学鹏是，哎，那个没办法，以前是孙祥嘛，孙祥后来退了嘛，就是，左路是左路没人啊，右路多，各种各样的想法，什么杨啸天喽。什么、啊、杨啸天就是这算了，那个不行的，那个得了拉响，这个叫算不上天上人间，这都是现在还不如我们自己。那我们下面 U23 有没有跟陈冰冰差不多能力好的？要挖钱对不对？啊，挖钱的话呢，聂蒙左路只有聂蒙了。聂蒙确实厉害，我上次看了，聂蒙是可以的，真的厉害，一直很推崇他的聂蒙，而且这次被调进了，调入了那个一线队，下窗的这个一线队，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有知道的吗？聂蒙好像有关注青训的，夏洛特宝宝不是、啊、不是调进两个，调出两个嘛？嗯，调出好像是黄振飞调出来了啊，哦，聂蒙好像进了一个高海生，为什么黄振飞那么厉害的那样调出来？小辫子我一直觉得他很厉害，聂蒙好像掉他这个位置厉害在哪里啊，你告诉我，他在他这个年龄段里面啊可以的、啊、撤掉了啊，把聂蒙撤掉了，聂撤掉了、啊、撤掉了，掉进一个高海生啊，就那个酒驾的朋友啊，曾经酒驾的朋友、啊、不要提、啊、不要提，这已经过去了、啊、过去了过去了，你像张修为的事情啊，很少的事情有人提出来、啊、没我的错，聂蒙调出去了，把那个黄振飞调出去了。黄振飞呢是蛮厉害，但是呢，问题呢，他这个位置呢跟外援重叠，所以呢，你不可能，对吧？就像刘若凡，他的命运跟他们俩一个位置的，对。然后黄振飞跟刘若凡一样的，嗯、对不对、嗯？那你说，你说黄振飞，我说黄振飞总会用外援的，黄振飞厉害，刘若凡厉害吗？回答我，正面回答，差不多。如果一定说，强弱强弱的话。你们不要喷我，我觉得好像刘馒头更好一丢丢。谁敢喷你啊？这话更不好说啊！是更不好说的。啊，你不要跳出来喷啊！
哦，更保守了。这个是徐指导说的，没得本了，没得本了。这是徐指导说的。嗯，刘若凡确实徐指导是看中的。哎，刘若凡现在我觉得很废。但是刘若凡在申花也没有机会啊，现在因为都外援占据了嘛，给过他机会，嗯，但是他们那边现在用的沙拉维，这个人将来可以替代吴磊的，这吴三零八，跟包港啊，想象心里，这吴啊，我就吃刘若凡啊，嗯、三丁帮我谁再给我就把你弄跟包港追我了，哈徐指导讲那总归没办法碰嘛，对吧？哎呦姐，那刚北京国，上港球迷。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话不听，知道的话不听。哎呦，这是听。嗯，王子明啊，北京国安，北京国安那个王子明，到时候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啊。王子明好啊，好对吧？今年也踢出来了。嗯，这个言归正传啊，就是三连平之后呢，先直接把这个，我知道大家这个在抱怨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下窗不买人。啊，是吧？都搞了不落实的，就是可能。不，球迷其实很简单的，你不买人可以，成绩拿出来，对吧？是这样的想法。你成绩不好嘛，就是下场不买人。对对，不买人，是这个道理，逻辑上是这样想的吧？我啊，马校长，我等一下，我现在打开东亚吧看看，我确定肯定有这样的帖子的。估计是有，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帖子，就是因为校长不买人，所以三连平啊，把这个问题归结到这一点上。啊，有没有这样的？如果是那个有些帖子，它是肯定会有的。第一个呢，就是下窗不买人；第二个呢，就是喷张卫啊，喷张卫，这个肯定有的。喷裁判，张卫不是今天第一天喷的。裁判呢？裁判呢？其实今天这个裁判呢，我觉得呢，王静啊，叫王静。嗯，我觉得呢，下半场呢是，他今天这个裁判是个昏哨，知道吧？庸哨，不是昏啊，庸哨还不你用庸哨来形容他，平庸的庸，不是用黑哨来形容他。其实今天的这个上半场，老胡对吧？我们在看球的时候，我们要点评的。这个我们觉得还是上半场还可以，还是有点主场哨的。你不能说还可以，因为为什么？这个思路就是什么？能够偏向上岗的就算还可以，对不对？嗯、你怎么说公正的就算不太可以，对不对？这个你不能这么说，对不对？其实呢，整个的这个裁判来说的话，今天整个上半场，就下半场快要结束的最后二十分钟，有点不知道搞没啥嘛，对吧？有点搞事情了。前面还可以，前面没。我告诉你，他这个搞事情是从什么开始的？反正我觉得就从禁区内握这个裁判，我以前不熟悉，嗯，但是我今天整体水平很一般啊，我是觉得呢比艾坤好。今天艾坤是第四官员，你知道吧？哦，艾坤第四官员啊，在边上监督的。那个他也不敢的点球没有两个点球，疑似点球没吹，那就是艾坤的节奏了。在边上监督的，嗯、你不要乱吹哦。嗯，啊，今天我们可没有什么点球该吹不吹的，没有。这个倒没有，也没有什么明显没有明显打进的球啊，再吹出来的也没有，啊，也没有什么。啊，注定绝杀的机会，他吹了上港犯规也没有，所以说你说很极端的，啊，因为裁判的原因造成抹杀上港的机会的没有，今天没有，嗯，他无非就是一些他妈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说红牌 啊，给王胜超两、啊，王胜超佩戴队长袖标来跟你裁判沟通，被他是个黄牌，这莫名其妙吧？国际足联规则翻出来。你如果要么什么，你骂人直红，嗯，可以的，嗯啊啊，直红，出言不逊，那就是直红，嗯，对，这个是这个足球规则上有的，嗯，你要不然的话，队长来跟你关于刚才这个犯规，他来跟你沟通，表达不同意见，这个红牌就很莫名其妙，他你凭什么给他做红牌？是直红吗？没有啊，他是两黄变一红啊，他跟他是个黄牌，哦，那你说他前面吃过一张球员的话，跑来如果浩克跑来广东让力量上，你看给一个黄牌可以的，就是什么，嗯。屁话太多，对不对？嗯，队长是有资格可以跟你沟通的呀。他会不会忘记谁是？有可能。所以说这个就是昏哨嘛，昏的了都昏的了。忘记他了，可他那是队长啊。那一以为浩克队长了，就是你看这个，哪怕世界杯的话，嗯，出现一些争议判罚的话，就是什么队长说举报长，我这这么我来讲，我来讲，自个跑到人们裁判面前帮他沟通，这个没得话说的，对。可以，因为这个是国际足联规则规定的，对，允许的，是允许队长跟裁判你说就场上的情况做紧急沟通的。这张黄牌能撤销吗？莫名其妙，这怎么莫名其妙？上王师傅肯定冤，我队长我也不帮着裁判干啊，我
那就让我联想到了上一次。那么你除非这就看这个，就看这个裁判了。如果我就不会跟你们顶拼了啊！你要是讲，你要是等到赛后，如果有记者问他这个问题的话，他如果是跟着他，因为他黄圣超对我出言不逊，跟我就来了。跟那个逼样肯定是瓦了了。那上面你出言不逊，你直红就可以了。直接红。这个也是规则支持的啊。你为什么给黄牌呢？没搞懂，所以就这个思路有点乱。正确的逻辑思维是不成立的。刚变子回去，这个刚变子，就脑子已经糊涂了。就给我感觉就是，要么直红啊，给到黄两黄累积判一道红牌，就有点多此一举。哎呦，哎，上天，再给我帮了个老滑稽啊！就是上半场进行到四十分钟，然后裁判说补水啊。我也认为的啊，那么呢，不是不是这个呢，这还有五分钟补什么水？我这个呢是前面都去忘了。我们所有的东西啊，翔哥啊，是跟着规则来啊。规则上呢是没有说过几点钟补水啊，多少分钟补水。但是有主裁判酌情掌啊，酌情掌。那么当时这个裁判呢，是因为由球员倒地受伤了，然后他补水，这个他其实还可以点个赞。嗯。他为什么呢？他节约了进比赛的时间，这个他其实倒没什么好评的，知道吧？因为他趁前面又受伤呀，他也没有停下来。那么前面可能他忘了，那么可是后来想起来了，他妈的还要补水。不是补水不补水，你怪不了裁判的。如果四十五分钟裁判不让你补水的话，也没话说的。裁判可以说，我觉得今天天气凉爽，不补也是可以的。你不相信，把温度计拿出来。这个东西呢，就是裁判酌情处理，掌握。这个都是小事，知道吧？你不能什么呢？你不能啊，踢的球没有赢，然后呢怪裁判，这个倒对不对？这不应该，不应该。但是这个裁判呢，确实是有点问题，这个是公认的，是吧？裁判呢，有点傻，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裁，但是昏庸，但是这个今天的这个裁判的傻呢，并不是因为上岗。并不是成为上岗批评的主要因素。对对对，主要原因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老师就说，浩克受伤以后，擅长以后，我看到走到场外，有这个摄影机对着的情况下，还有球迷在骂裁判，好像裁判黑哨，黑哨，就大可不必了，对不对？没必要。我觉得呢，这个呢也平得起，对吧？对啊，这个我们上港队输得起，平得起，平得起，对不对？不能什么球拿不下来，因为的确他没有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不是，不是这个关键。小判罚啊，嗯，还有就最后这个比赛呢啊，还有人说今天博阿斯有问题的，博阿斯关博阿斯什么事啊？不是，讲错了，讲佩雷拉有问题的。也有佩雷拉上的阵容，有人是这样说的啊，就是说他在用人上面是不是有点就人家是这样说的，就是没有用陈冰冰。大部分球迷说不是陈冰冰的事情先放一下，就是那个位置啊，一开始就上的魏正和张卫是两个比较明显的不太适合今天比赛的排兵。用魏正不好吗？魏正前面几场发挥的都蛮好。对，刚刚伤愈回来没多久，觉得中卫还是应该换一下其他人。你的那么这种人的意思，他的意思不是我说的，我知道这种说这种话的人的意思，就是说主场打天津天海，全主力顶配直打。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想法，就是顶配。一定要拿下这个三分，咬住恒大的冠。那你要我还是我一直播的观点啊？你要咬住的话，就是后面场场是决战了。那就每场都要咬住，九场都要咬住。那你是三线啊？三线脑子有没有智商啊？我要问这个人呐。那些偏成绩类的，他不从实际出发的，他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偏成绩类不是罪过，对不对？嗯。但是你要有韬略，这跟打足球比赛跟打仗一样的。你不可能卯足了劲，他妈每一场，你说他妈的竞技体育就该这样，他妈的每一场他使出全身的力气，不能什么什么东西。那神经病。有一部分的，我告诉你问题在哪里，知道吧？这个比赛为什么是踢平的？把三哥的微博去看一下，赛前写的，赛前写过啊，三哥写了很长一篇了，对不对？不用马后炮的，马前炮啊，赛前去昨天。发的，因为有球迷来问我的，三哥，你今天微博还没发赛前预测，我说好吧，我发。你上发的就是打平。我没法打平，我的预测是有点偏差的，但是我的里面的逻辑跟这个今天的比赛完全是三哥看过的，对吧？就是、完全是基本上合拍的。整个过程和结果是差不多的。
对吗？我今天觉得就是三哥，你没说那个之前，我就觉得，海波老师讲了一句话比较有。微博，我昨天发的微博，我说两点，能不能赢？能，今天的比赛能赢小啊，能不能赢得轻松？绝对不轻松，不轻松啊！这就是微博的观点。然后这个是一个预测，对吧？这个预测看上去不太准，但是，我后面长篇大论分析，为什么天津天海难打？然后引申到还不只是天津天海难，就是我们的这个火攻头头的这个套路，就是打弱队啊就有问题。我们打弱队一直是就是俱乐部强于强，我们怎么办？拿不下来的，很难很艰难。博阿斯的时候不是主场最低消费随便搞搞的吗？那就是佩雷拉的战术问题，就是不是退化我们的这个进攻。翔哥是看过我微博了，他能说出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国内球员的能力的退化。以前我们有个攻击能力的退化，有个千万欧的攻击球员，你要说到以前有个吴磊攻不进去了，很明显就是吴磊的穿插和跑位进攻能力。吴磊今天这个比赛我看得很清楚，老婆跟我在一起看的，对吧？你看啊，蔡慧康在禁区弧顶拿到球，无人防守，他都不敢抡脚啊，对，不敢抡。你论个远射呢，他还是往边上分的，他还是往边上分的，对，传球啊。我就觉得我们现在所有老朋友问我这个问题，说整个的后卫线还有人敢直塞吗？我说有一个石科，今天塞了好几脚，但除他以外没有，连你最喜欢的于海都不行了。我知道于海，那个这个能力退化，你那个喜欢的于海能力退化很厉害，我告诉你。你先听听，我就觉得于海就是我少了一个吴磊以后，我们中路渗透好像明显少。没有啊，没有啊，不是少，是没有了，知道吧？没有人渗透。今天唯一一个渗透就是什么？阿哈迈多夫有一脚直塞，奥斯卡穿插到位的，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是真正的叫直塞，直打身后。足球就两个套路，化繁为简，两个套路，一个叫直传斜插，一个叫斜传直插，就两个套路。你把所有的进攻套路规划归纳一下套路，归纳一下。那么什么要传回来呢？是挖一个好一点的球员来这样传呢？没办法，还是把现在已经没办法，把教练换了，换一个会打这种穿插战术的教练。那你换个主教练的话，你防守没了啊？那么到底要进攻要防守？那当然防守了，肯定要防守。我们要打杯赛的，杯赛防守拿冠军是吧？是这个道理。杯赛的。杯赛要靠防守的，同志，不是靠进攻的。现在后面都强。世界足球的流行趋势，是重防守，轻进攻。对对，先稳住，先确保不失球。我们今天大家回看比赛，三哥不是乱说的，你们回看一下比赛，我们所有的攻势的进攻的过程当中，后场四个后卫是不上去的，前面最多。对，是六个，但是今天人家天津天海是打出了一个五四幺，大部分情况下是九零幺，对，也就六打九，龟缩在禁区，六打九，压缩你的没快攻，压缩你的传球的路线，你六打九，你打打他嘛，你六打九他，人家人多啊，人六打九堆人啊，防守靠，就是你拿到了射门机会的话，踢在人家腿上，对，都是腿啊，就进区全是腿啊！这个就是那个吴金贵，我们上次在同济大学那个战术，25米压缩你，35米压缩你，对，把你密集啊，把你那个所有的禁区全占满你的位置，对，就只给你这个10米的传球距离啊！你除非有你当中又没有，除非有个精信誉很高的点，那么有可能，不是没有高点，你怎么去进球呢？是我们没有。就是拉扯他那个中路，把他能拉过来拉去，像根橡皮筋弹过来弹过去的。我告诉你，你弹不动，我就在后面，我不动，我就龟缩在后面啊，就猥琐，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告诉你啊，你看我在上面看很清楚的，比如说啊，奥斯卡他一个球传到边路，他传到中间，其实中间是直接可以传到边前卫前面，他不是，他非要倒一下边后卫，他非要倒一下边后卫。再去传给前面，这当中，这个一传时间就耽误了，太慢了，人家马上阵型就不好了。怎么样？那我要说，我发觉就是现在奥斯卡更喜欢在边路，他不到中路去升，是让后面的人。这是教练有意的，教练有意的这种安排。不是你
你他就是想渗透的话，也没人跟他搭，没人跟他搭呀，对不对？缺一个这样能够对三虎位探他，你又没有，你又没有张希哲，要不怎么把我张希哲挖出来？对不对？你那那边比埃拉，比埃拉奥奥古斯托，你别忘了，他旁边有张希哲啊，这是可以配一下的，所以呢，这个话呢，还得我们再回到这个原点，对不对？就是说，我还是认为。火红头头的这套有利有弊，啊，有利的地方呢是防守呢是稳的是一塌糊涂，那么呢弊的地方呢就是什么呢？碰到人家打901的你就傻了，啊，你不要说你说狂攻，如果狂攻的话，以上港球员的前锋的个人能力的话是可以打到机会的。你问题你打前天津天海，我就问你，今天全场射门20次有吗？好像没有哎。你怎么可能有？对不对？你一个强队打弱队，如果对方是龟缩防守的话，你首先要确保全场比赛啊，15次以上射门，就狂轰滥炸，给你炸出一条血路来，但是没有啊。我就觉得今天天津天海那个防守打你啊，就是防守做得好的，做得很好，但篱笆扎得很紧，你一点机会好像都没有。什么篱笆扎得很紧？他有什么屁的防守？没一个保级对策，是我们攻击力没有。对，就是我们攻不进去，没有那个破墙锤是吧？对，工程锤，工程锤，我们只有那个阿脑呢，差一点进。浩克在的话呢，是不一样。对，浩克是个他搅屎棍，他会把那个对方的防守阵型搅乱的。对对对，浩克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你现在扎一个浩克，今天看到了吧？那这个我在车上跟你讲，没有浩克的时候很想念他。有的时候有了他的时候呢，又觉得他太毒，太黏，浪费机会又太多。我从跟翔哥开直播到现在一年多，我从来不说浩克毒。他就应该毒。他回到你的那个，我知道你又你说他是自己给自己创造机会。我从来不碰浩克的，我要碰就碰埃尔克森。你要遭到广大女球迷的唾弃，这个节目上不能多说的，不然又要吸黑粉了，有粉转黑很多的。我建议你还是下次节目里少说小陈的事情，好吧？是，反正浩克是没得碰了，是吧？啊，如果一个队长都看不惯的话，这球队还有……我没有说看不惯，我就是对他又爱又恨，就希望他最好。恨他怎么了？不是恨，这个、我恨他就是浪费机会有点多。我是这样的理解，你从我个人角度听听我的想法。就比如说三哥，我给你10次机会，你能抓住8次机会，你浪费2次机会，我觉得你 OK 的。我给你10次机会，你浪费了9次机会，只抓住了1次机会，效率太低。这是我觉得对浩克的，如果是这样的想法，三哥，就是我是这样一点想法，就是希望他效率能高一点。他效率高啊，他就不是浩克了。对啊，这就是我对他那个这样的想法，你明白了？他就变成超级巨星了，啊、是吧？五大联赛，不是，这不是那个风格，他就变成什么？变成欧文啊，变成英扎吉这种类型了，你给他喂个饼他就进了。其实浩克有时候特别是今年他没地方传球，前面他谁他能信任？对，以前有个吴磊他还能跑都不会跑，奥斯卡在左路拿到球，我看旁边站位他不知道他哪里跑，奥斯卡在那边等，可以等10秒钟啊，就一直站着不动啊，就跟你就等你跑，跑不出来，他不懂啊，他怎么跑，你要教会他怎么跑。所以我现在呢，我要狭隘了，狭隘了。我一直对什么国家队了，对吴磊、刘洋什么，就是个人是有私心的，我不想去。西班牙的这种球队又不会拿什么欧洲冠军的，这个事情上次我知道你们说过讲过了，讲过了，我就没这种大意，一定要去，我就没这种大意，我只想了我家里这头。我如果是一个，你就想要冠军？不是冠军。就是如果要叫我去什么很远的地方，对吧？我一般是不远行的，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的，我就过过小日子的。这种的，我没有三哥的这种，哎呀，民族大义了，什么民族大义了，什么这种高尚的情怀，对不起，我没有的。我就是撒黑小女女，就个弟，就个弟弟腔调，对吧？我就个弟弟腔调啊。你又多了个外号，上海小男人，小女女，有字头。除了刘小游以外，又多了个茶号，去小刘。这个问题呢，现在的这个上港这个踢法，会以后有很长的，可能我们说啊，
就是只要是佩雷拉我们继续当我们主帅的话，他可能会有很漫长的半年一年时间嘛，都是这个局面。就什么呢，打弱队，就是说攻打不开局面。嗯，但是只要打开了这场球就是很就会很大的比分。第一个球很重要。对，就打破僵局。正常的逻辑啊，这个我们打防反，这句话啊是老霍，你这句话是不符合逻辑，知道吧？就是因为你这条踢法，所以你首先打开局面的概率是非常少的。嗯，这三场三连平不就是这样吗？打不开局面，嗯、你打不开局面的，知道吧？要么就别人先进一个，是吧？被别人进一个还要考验，人家更防守了，对吧？足球比赛其实是两个主教练战术的一个相生相克的一个过程。我们的这套打法叫什么？因为就是因为有这套打法，所以我们的客场非常好打。嗯，哦，对，因为他们都攻出来，客场要脸啊，主队要脸啊，他不敢龟缩啊。对。你龟缩，如果今天这个比赛，对不对？如果都放在天津，那天海可能他反正他也没脸没皮的，对吧？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无所谓了，对不对？那不是，就保级的也不至于的，因为天海的情况特殊，对不对？其他队都要脸，人家反正就无所谓了，对吧？反正你也不让我做传销了，我他妈我就啊，就反正就摆烂，鞋垫也不能卖了。但是你其他的球队，一般的，哪怕是河南 啊，就是。你看武汉、河南、武汉、重庆、富力啊，压出来打，他也会多多少少会攻出来一下的，嗯，对吧？不会完全龟缩。武汉卓尔昨天客场打申花，龟缩了吗？没有，对攻，对不对？还差点赢了。他是什么？他还是以防为主，嗯，但是他是靠什么？靠自己不懈的跑动，还是上次我们说的，跑动，离铁嘛，啊，跑动，嗯。啊、那我们这套打法的话，客场比较得势的，嗯，啊，就是我会说啊，你来攻，我谅你，你也不好意思不攻，哎、啊，来了，啊，被我们偷着，啊，我来，哦，弄杀他，他得了嘛，哎呀，对方就急了不得了，但是主场难踢啊，主场那说句老实话，就北京搬来他都可以不攻，嗯，我怎么我被他过了，我觉得八万人难打。守一守啊，我守一守不行啊，啊，像恒大一样来了守一守，守三十进来了，那你就需要什么？需要找到进攻的钥匙，嗯，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当对方龟缩的时候，你怎么样尽快的去打开局面？嗯嗯，那这个把钥匙现在是没找到，而且我觉得佩雷拉主教练他也不擅长打控制足球。这个倒是真话，我是蛮喜欢这个教练。对的，对的。但是他只是在一个人呢、啊，人非完人，对不对？他防守见长，嗯，我知道他防守见长。他去年拿到过冠军，哎、是靠防守。我在想，如果叫我们说我要做主教练，叫佩雷拉做助理教练，这就完美了。不是没用的，没用的，感染球了。今年差一个吴磊，你们记住这句话，今年吴磊在，就不是这个情况。今年能拿冠军，你去算算吴磊今年多少？所以啊，27个。对吧？说那么多，嗯，叫大家去看我微博，主要的关键的点在哪里？就什么？不在于中期买不买人，哎，不在于买不买，不在于买不买人。我们的打法吧，啊，对对，把对方那边取过。上港现在今年可以在亚冠可以干掉全北，诺宾取过吧？啊，没有啊，就是啊，前不，诺宾赌平的雪碧，诺宾赌平，青柠加雪碧。一模雪碧，可以在亚冠干掉全北，可以在足协杯客场干掉恒大，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火攻头头的这套套路。但是我发现里面好像直播有部分的人不太同意这个火攻头头干。嗯，什么？哪里不同意？我看看。刚才就有的人说火攻头头的好像太老套了。嗯。杯赛利器，杯赛利器，什么叫杯赛利器？就用来踢杯赛的呀。啊，联赛你这套没用啊。决赛会制的比赛用这种火攻头头的啊。
联赛我本来就没有太那个啊，我上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对吧？这个啊，我跟翔哥都连线的时候，我都表达这个观点。你十轮差四分，最恨大。很难的，现在是九轮差六分，那基本上歇菜啊。这个呢，大家呢啊，理智一点，奇迹会产生吧？理智一点吧。今天要我来靠几千人呀？我明早中午八百吧。相信梦想，相信奇迹吧。哦，有中午吧？是的。今天郑哥送我的中华，有人要出来啊？去年曼城，我看落后利物浦七分，不是都要？哈哈哈哈哈。是事实吧？曼城奇迹了。今天强哥来说两句，我去抽根烟。啊啊！我来顶两。嗯。强哥抽烟，来顶两句。我来看看大家留言吧，把大家上个墙。嗯。外科后面不上了，请问还有什么希望？啊，等一下让三哥来给我们讲一讲，如果外科不上，这个叫 Swaggy 啊 ，Swaggy Nineties 啊。Chris 的这个朋友，嗯，我们等一下，三哥，胡尔克不上后面怎么办啊？联赛踢到哪里算哪里，哎，这个话我要听的啊！我是一坨猴，这个名字好怪啊！胡尔克赛季报销，这谁啊？还要要看明天结果出来啊！有的时候是赛季报销，有的时候是一个月，就具体的还要慢慢看明天官宣的这个名字。嗯，胡瓦克没有赛季报销，这两个人好像的。李文君要进球，李文君这个我跟他比较熟。李文君好像我觉得今天也是没有打满全场，好像还是六十几分钟。我觉得还是身体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完全恢复。您手上的又忙。还没有完全恢复，啊，还没有完全恢复。再给我拿一瓶雪碧。就这样，那不是，这就是他的。李文君好像体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最佳状态，所以他今天还是，所以他今天还是没有打满全场啊。嗯嗯。哦，这里我们有个朋友说看视频估计浩哥一到两周，因为他好像是自己走下去的。嗯，没有，没有担架抬下去。啊，应该还可以，而且他我觉得他肌肉比较发达，对吧？这种一般他受伤的概率比较小。啊，他肌肉对他的这个关节的保护还是蛮。谁能告诉我，他当年跟建业那场比赛以后受伤是啊，伤了多少时间？因为今天的哎，这里这个朋友叫开开心心石特沙特西西，港啊有港了，八点开球上港难赢，又来玄学了。这个是三哥的玄学啊，又来讲玄学了啊。三哥自己在车里当中跟我说过玄学，阴阳轮回对吧？阴阳五行。越晚开球对我们越不利。你信这种东西吧？啊，你说，全信呢也不能说全信，但是呢你不信呢，信则有，不信则无，对吧？嗯、你要完全不信呢，他也是有点道理。三哥马上就上来反驳你。啊，刚刚车里这样同样的问题我问他了。啊，等一下，那等一下，我们让他自己来说。他说恒大也是八点钟。哎，啊、我们赢了。啊。祝福浩克球队状态踢出来啊。这几个问题我都记下了啊。杨思源什么时候伤？杨思源这个伤，哎呦呦，我上次我看他是自己走回去的，我估计至少一个月吧。哎呦，至少一个月啊，他那个膝关节还是很严重的，至少一个月。他这个地方要养的。而且我们今年的那个策略基本上是让球员全部养好，就是养到100%才让他回来。嗯，没有说是为了要快速让他那个，对吧？今年的策略不一样了。只要能干烧花再虐猴就可以了啊！其实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在苏州拿到个超霸杯，我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对啊，我也是这样觉得。啊，我觉得今年上港想怎么再能第二个冠军，什么联赛的开创一个王朝，我觉得比较难的。嗯，我是觉得比较难，因为为什么？今天留言很多啊，我看看后宫头陀的。不是后宫头陀，火宫头陀是烧火的做饭的那个厨房里的，不是后宫。后宫是三千佳丽了啊。这还下一场雨，把火浇灭了。啊，开赛前两地都快，我估计老姑娘赢恒大就是八点。
客场足协杯的只要亚冠能及时复出就行，以前客场下午一场赢不了，八月下旬杨什么上天杨什么简直上场比赛没看啊。三哥回来了，好，三哥来了，三哥康柏这里来来来来，要这里有球迷要问你问题了啊。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晚上八点从来没赢过这个玄学，来来来来来，等一等，这个我先要介绍一下我这个饮料啊，这个是上港的盐汽水，那个我们一位上港职工的朋友特地赠送给我的啊，然后呢我把他今天送给三哥，好吧，送给三哥，三哥送一瓶啊，然后给我们小刘也送一瓶。我刚刚还想说，你若不给我的话，我让三哥把那个甜汽水喝了，瓶子我带回去。那三哥，谢谢，那给小刘送一瓶来展示一下吧，要感谢一下这位兄弟啊，感谢给我们送的这个夏天的这个饮料。来来，他说呢，我们这个做直播很辛苦啊，然后所以特地给我们送了这个上港的这个盐汽水啊，这个是外面买不到的。好，要非常感谢这个我们这个朋友呢，他叫 Golden Coin， Golden Coin 啊，好，这个给送给你，好，谢谢啊，你也来，还有吗？我自己来 Golden Coin 就金币了，金币，读音读多少？金币。他呢是在，我介绍一下，他呢是在我们张董原来的这个做总经理的这个郑东。盛东啊，盛东洋山啊，洋山港公司啊，洋山港也是，我觉得他这个岗位也非常不容易，为了我们这个球队，真正的是在为制造产生利润，对吧？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来养活这个球队，所以也要非常感谢他，非常感谢所有上港的职工能够为我们这个球队出力吧，谢谢啊。那么刚刚呢，就是三哥下去的时候，有几个球迷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浩克受伤不上的话，接下去上港的进攻线怎么办？没怎么办，凉没事，这不行啊，没事，这个啊，那也总要想个什么办法，比如说下窗都关了，吕文君下窗都关了啊，下窗都关了，下窗都关，那么吕文君行不行？用吕文君、李胜龙这些能不能顶上去？阿脑能不能代替他的作用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把他们的身价加一加吧。三哥好像很悲观嘛？啊，这悲观什么的？你当上港很厉害的。那就是三线。能有没有给球迷们点信心吧？今天你看三哥鸡汤都不播不播了。刚刚有球迷说今天晚上要煲鸡汤。嗯，我说今天晚上不煲鸡汤。嗯，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因为三哥以前一直煲鸡汤的，今天突然不煲鸡汤。没有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你因为是什么？煲鸡汤，你但凡有个想不出一个办法，那你就煲鸡汤，对不对？那之前鸡都没有啊，三连平，对吧？上半赛季我们也经历过两连败，那么然后我这里也电闪雷鸣，那这个叫强，对不对？那事实证明有问题不啦？不就缓过来了吗？有道理啊，对吧？你现在没办法了。你现在没办法了，你联赛九轮差六分，完了，对不对？你现在擦不擦屁股啊？追不了，就确保第三可以吧？确保第三，第三有什么好确保的了？你后面追不上，轮轮啊！我反问个问题啊，如果我们现在领先恒大六分？反一反，那做忙，恒大做我们，怎么还有意思不啦？不要去，算了，那生活就比较对吧？我们如果现在他妈的是比跟上港倒过来的排名，不要去假设了。那总能有意思吗？那关了这后续悄悄有真的。你能不谈这个话题吗？啊，今天说过不谈这个话题。不是，我的意思讲，你。面对现实，你长大了，你啊，要谈恋爱，要结婚了，不去想这种意淫的东西，哦哟，实实在在，楼下有很多漂亮女孩，外国的啊，比你家里的充气娃娃要肯定要。带感，那这个叫实实在在。三哥有点给瞎讲八讲了啊！我老实跟我跟大家讲了啊，我家里没有充气娃娃，别瞎讲八讲，老污蔑我。
刘警官家里没有什么钱，好吧？我不用侬讲啊，侬讲讲笑话。我刚刚侬在那讲嘛，我做了啥地方啊？我发觉啊，三哥每次等我来上节目的时候，三哥侬把人家相相亲。不不，我有自己的。他小刘这名字改改，家里没有充气娃娃的刘警官，刚逮了一个。啊，侬不要保留呀。长得还挺小吧？小彩郭志强。我就要把你讲，今朝我了十八块在楼高头，对吧？投资，正好十八块在。侬来二楼了，你今朝开场的辰光，侬没进来，三哥了该楼高头。对侬，酒店没我没，今朝采访我，采访我们楼高头看到三哥了，人家看到三哥来老激动啊，下头天朗些球迷侪来叫伊，葛末人家小宋就叫伊了。哦，三哥，我们都知道你的，你晓得吧？小周也知道你，小周也知道，小周也看我们直播，电视台都知道的，五星体育什么都知道的。三哥名气还是很小，那么你看就叫三哥来露露脸，讲两句，讲两句。我重点不是这个，我是今天发觉十八看台女孩子太多啊，全两排，那是两排，就了该我老早没噶多啊，侬老早没来，阿拉是没是新面孔，没不不，我告诉你。今天女孩很多是吧？今天新面又给三哥加重了，又要加贴了。今天可气很，比较可气的是小周周没有了。啊，小周都没来。哎，小周都没来。嗯，我们前面两排这么好看的小姐姐竟然没来，有点可惜啊。三哥又开发新大陆了。啊，这题吧，啊，轻松点。这个事情嘛，反正这个。是这个比赛嘛，反正就这样，也就这个样了。球队嘛，也就那个样了，对吧？你要怎么办呢？你这我也想不出。哎，我讲不能听，为啥刚许多小姑娘来，晓得吧？嗯，主要是有阿拉严大帅哥了。如果严大帅哥转会了，一堆小姑娘跑他，没有转会，弄下去。如果转会，我感觉也是。为什么有谣言啊？有谣言放风说他要出国了，这个一直有谣言的。这不是谣言，是真想出国。那夏窗关了，他还能转会吗？那不可能，可能的，出不去。今年就被抢，想是一回事，放不放是另外一回事，不可能放了。今年吴磊实在是拦不住，但是没办法。难道不给吴磊转会，吴磊会不踢球吗？啊、难道饿死做吗？不会的。啊，这个当然不会啊，这当然不会，但这个弄得就不愉快了嘛，啊，对不对？嗯，因为合同里面有写嘛，啊，对吧？我们还是按照合同办事啊，契约精神，对吧？契约精哎，刚才说下去啊！刚才这个球迷问的是什么问题？就是说浩克不在，浩克不在，接下去怎么办？还有一个嘛，就是说八点钟又是八点钟比赛，所以八点比赛呢，这个东西呢，这个玄学呢是我说出来的。对对。但好像目前为止呢，这个玄学比较难，没打破，蛮难破。足协杯对广州队，对恒大八点，我们是赢下来，那是客场。嗯。但是呢，我后来呢，我也在回顾了一下。我也要把自己的这套理论嘛，然后整理一下，完善一下啊，就是说怎么会，对吧？说八点就是不有问题，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哎，客场广州恒大这么难打的比赛，我们倒能拿下来？后来呢，我发觉呢，主要呢，其实这套玄学理论呢，主要是源于什么呢？还是源于五行啊，对吧？对。然后呢？这个里面呢，我只考虑到了一个时间，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嗯，我没有考虑到方位，哦，还有方位的你说的，哎，要啥个，要突出个盘，嗯，或者什么，方位，为什么呢？时间上我上次已经说了，第一个呢是因为什么，南方呢比较炎热，嗯，而上港呢比较喜热，嗯，所以呢往南方跑呢对我们呢就比较有利，对不对？嗯，那。广州就是在南边，嗯，相对偏南边的比赛我们都赢得多。南边的客场我们比较好打，好打。你到广州去，到深圳去啊，好打，对，好打，对，对不对？嗯，啊，那北方是水，嗯，啊，那比较难。你看我们上港啊，真的要输球啊，嗯，客场输国安，长春输长春，辽宁输这个鲁能，客场都输过，都在北边，嗯。都在北边，对，都在北边。嗯，那么西边呢？东边是没有。东边那跨洋跨海，日本不适用。嗯，日本不适用。别给我水平洗澡。不是日本为什么？日本它这个
隔了太平洋了，气候不一样，这是两套文化，两套文化啊。那你这套我们这个周易这套文化用不到，要中超里啊，中超里，中超里面可以。嗯，这什么西面？西面呢是就是什么呢？重庆贵州呢？主不干不干。重庆贵州，它又不是水，又不是火，它是西面是什么呢？西面的方位是金。哦啊。金木水火，金木水火，金呢就是什么情况呢？看一下啊，就是说五行里面啊，我们是火，它是金，火是克金啊，嗯，照理是对我们有利，就是为什么呢？我们是火，你是金，对不对？我克你就证明什么呢？我实力肯定是在你之上的。就好像，但是呢，西南的金基本没事。金呢是什么问题呢？金呢，它到了夏天温度高的话呢，金呢会融化，嗯。融化了呢，就什么呢？就变水。水啊，水克火。嗯，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往西边走呢，要冬天去，问题不大。天冷的时候啊，它融化不了，它就是金。对，那我火烧融它。啊啊，有道理。我克火克它。嗯，你夏天去呢，它金呢，它变成金水了。啊，这个就难办了，对吧？所以我在完善这套理论，就什么呢？我自家讲，那原原自圆其说，小刘先反找一个理论啊，这个反正呢就自己给自己找一个理论。我有个理论的啊，就是我每次去上港八万人主场的时候呢，都换两件衣服，嗯，就上半场一件球衣，下半场一件球衣。嗯、我小姐，我最近不带两件球衣去呢，我们好像赢的比赛就，包括上半场上半年踢武汉的那个比赛。我就是下半场换了一个，然后就2-1赢了。后来山东这场比赛我也是换了一件衣服，嗯，后来我们也是赢的，嗯啊，那你下次要带两件。我的玄学就是带两件衣服，八万的主场比赛都会赢的。那你今天带几件？现在我就带了一件。那怪你，啊，怪你，没带两件。嗯，我们阿拉也有一个球迷，女球迷，嗯，敲鼓的，嗯，他说了，敲鼓的是女球迷吗？对，有一个女球迷，她说了，她有个幸运打火机，嗯，然后上次德比那场被没收掉了，所以就羊都没了。本来这是幸运打火机，嗯，一直没试过，一直赢了。那这个不是跟多梅内克的那个叫什么星象理论有点像吗？原来法国队那个主教练啊，对，多梅内克，他是星象的，哦，他是搞星象大师啊。他就觉得那个谁呀，是特雷泽盖还是谁，跟他心象不合，啊、对对 对, 对，那年就没带他去吧，啊啊，结果法国队那个比赛就好像踢得很不灵光，是吧？不是，那、这个呢，搿也是刚刚那细说，就是说我们呢，还是呢，细说细说，以从客观的情况来说呢，嗯、就是，首先呢，我们杜今天的比赛啊，我们围绕今天比赛来说，嗯、我首先要强调一个啊，就是说杜绝一种观点。嗯嗯认为呢，天津天海呢，因为是集训队，所以呢，他会放恒大怼上港，这个观点呢是不要去说。嗯，为什么呢？嗯，他因为他要保级，他保级本来就每一分都很重要，他是不存在什么他要怼上，他死磕，他死磕，他除了恒大可能不怼，他还真是每一场都是。他为什么要保级啊？他都没有投入了，难道还有人救他吗？三哥，我跟你说，今年他很怪的，他平了很多场啊，他平局大师啊啊，赢就赢了两场，啊、一场赢。一场赢那个绿地申花，嗯，还有一场就赢那个天津泰达。因为我跟老胡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些东西。嗯、今年呢有一些比较让你比较容易发点小财的、嗯、啊，这个啊这个机会。首先第一个啊，啊就什么呢？天津天海平局大师，一直平，对对对、啊，你去打平，打他平，嗯、因为什么？平局的赔率是很高的。是吧？他们平局对最多，平局现在的足球比赛平局很难的，平局比建输赢要难得多啊！对对对、啊，所以说平局赔率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广州富力呢？大球，大球，踢包哦！伊认为进了多啊，落太多。啊，那每场轮到打赌球的，前场美如画，后场烂如渣。嗯，到这。你让个座位吧，你这个警官谈这些东西不太好。那不是我们买的是福利彩票，福利彩票，福利彩票，福利彩票。我让个位置，我让你们说的。这个关于赌球的事情，我不想帮你们。福利，我可以不讲了，别个一声不响，我晓得了。啊，我这个结果都我不想了，对吧？不，这是属于不能。哎，一个行业的嘛，就可能啊，一个我这规矩性的问题啊，足球彩票，我这。你回头了，我在群里向的吧，啊、你进来过食堂，那趟不超过6个钟头就退掉，因为啥子嘞？晃，没有人监控你。不，你不晓得哪会得带眼啥么子，
哦，阿拉帮老吴没事体，阿拉队队退休啊，老好哈的。打一队队，看到他刚刚退休了，跑脱了。啊。我到这讲了，侬观侬观察我老仔细的嘛，是不啦？我而且是暗搓搓推，我没想过，我进来试探，我也晓得，那应当侬知情不报，是吧？阿拉就不要点穿侬，对吧？伊也不好意思说卧底，也不好意思做阿拉卧底。哎，伊搿那搿都不好意思，对吧？伊讲去举报三哥，搿才拿了个。侬不是举报，伊直接打雷过来了。伊也没办法，那蹲辣搿群里向呢，啊，蹲，对吧？说是那这个物事，阿拉聊，阿拉聊，阿拉可以聊，阿拉可以聊，勿得个。复利对吧？啊，这个天海送钱，复利送钱，还有一个我就上次说的申花送钱。申花是怎么送的？我跟你讲，申花怎么送钱呢？你给我大家说说看。送钱啊！现在不要打他的盘，大小球送钱。申花怎么送钱？大钱大球会送钱。这老婆说的有道理。就前面的话呢，就是说大家看衰他，那么他要降级了，啊，你就买他赢。对。我们打一百吗？啊，不是，不是，他赢就打他，就打他赢，因为他实力在的。他输球的，他输的球和平的球，盘口都是申花赢球。啊，今天打申花的。那么现在呢？他呢？尤其是呢？他买了人以后呢？那其实他的胜福利彩票，他福利彩票啊，博彩博彩，你们去买。他买了人。对吧？实力增强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可能呢，后面呢，他的这个盘口呢，他会比较偏申花一点，就比较难打了。你要打申花啊，他就放了一球球半啊。可是昨天对武汉的，我有些朋友参与啊，我在边上看的，嗯，我自己不参与，嗯，打武汉这场比赛，他上面是申花那个是赔3.6啊。没有啊，打武汉昨天是半一对吧？半一，啊、但是赔率很高，要3.6。啊，这个呢，昨天那场比赛呢，有一定的偶然性，偶然性，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偶然中呢也透露了一个弊来，就什么呢？最近呢，由于申花连胜呢，很多申花球迷呢已经在规划明年的亚冠。亚冠。啊，这是个有点太可以不，他的逻辑在啊，足协还有足协杯冠军，我足协杯可以拿冠军啊，啊，他能赢大连吗？啊，那个有可能啊，那人家不是只赢大连，那人家赢了大连还要赢你上港啊？对，哎呦，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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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呢，你可能性还是有的吧？你不能说可能性概率有的，概率有的，你是零总不见得，对不对？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天狼星吗？就是你2017年在上面插播的事情感染了我，足协杯的事情。这跟申花有关？对，那次足协杯就是跟申花踢的。啊，就失败了，失败了。17年的决赛，我看到翔哥一个人在上面战斗很冷漠，我需要，我想帮帮他，和他在一起。啊、我看到他插播的时候。对吗？就小刘已经准备好再来一场足协杯的。哎呦，你准备好了吗？你还担心赢不了萨联？啊，懵啊！为什么大连最近很凶哎？为什么我是这样砍瓜切菜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阴谋论。大连的教头。我觉得这是一个阴谋论。为什么？首先，我申花方面我是这样想的：大连和申花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吧？我不能明讲，大家都懂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申花一方面。然后，为什么不能明讲吗？不就是大连赛德龙吗？哎呀，赛德龙的事情后面再讲，你比我懂得多。啊啊啊、我是讲讲我一个普通球迷的观点。啊啊，好，如果是山东赢了上港，比方说是山东赢了上港，山东和申花踢两场比赛，还是上港和申花一起踢两场在上海的德比来的有意思的多，球收入各方面的气氛能够炒得出点话题。球票收入我想倒不是重点，对对对，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意思关注关注点、啊、就是说把这个热度炒高，重现2017年沪上足协杯决赛德比这样的一个足协。如果我、啊、如果我是足协的领导，嗯，我更愿意看到不是赞助商，关键是赞助商啊，赞助商或者是足协领导，我更愿意看到德比这样的比赛比较有刺激啊。所以2017年就是说是你觉得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安排，然后呢我们市政府呢反制足协领导，用一盘棋来反制他，你是说这个意思？对，插着鱼的，能插着鱼的，不，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代表你三哥的观点，我就是一个整天有阴谋论的人。我觉得呢，就是说呢，然后你说他有一定的道理啊，一定的道理。我就觉得呢，就是说，先把人想到申花打进足协杯，打进这个啊，我们都是坏人。申花打进足协杯决赛呢，还是存在这个存在，你不能说一点可能。有，因为他现在
他现在前面有个丁俊晔，萨拉维闪电比老郭强了，要强很多了。嗯啊，他现在但是呢，听清楚，老郭听清楚我的话，我的话是申花打进足协杯决赛呢，是有这个可能，但是他要在决赛当中再赢上港呢，这个是没这个可能的。知道吧？你不要看他买了这个，买了那个，啊，我告诉你，买了彭新丽，买了金信玉，啊，买了沙拉维，啊，现在浩克的问题，今天突然浩克伤了，此消彼长啊，哎，又有这个问题了，哎，时间点，以前的想法是浩克在的，这个倒有可能啊，浩克伤的话倒是比较稍微就讲有个变数，有个突然间变数来了，但是赢概率还是我们大。你要知道吧，这个，不是他申花，我告诉你啊，老胡这个不对的。他买，你听我讲啊，嗯，我们的，你知道申花最大的毛病是什么？他不是攻击线的。我们现在不要说攻击线之争，到最后这个足球，17年的时候，巴斯在的时候，我们打恒大打全健都是砍瓜切菜一样打，对吧？原本在足协杯开赛前，大方向的全部是倒向我们。啊，对啊。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结果，就轻敌啊。轻敌，啊，所以说不要轻敌啊！你就这个决赛辩证，有听说过这种没有啊？啊，这种东西吧，对不对？那自己主观上的问题先说，先不要说什么一盘棋不一盘棋，你主观上是肯定是犯了一些错误的，对吧？然后的话，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嗯，就是说你申花，你买这个买那个，其实都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啊，先肯定这一点。嗯嗯。但是问题是在于哪里呢？你有一个位置你没买，哎，哪个位置？你就落就落在这里，后腰吗？后腰，就是今天扑掉阿瑙托维奇好几个球的张路没买，守门员啊，守门员，还有他啊，我来这么说，他问题在守门员。他如果下窗把张路买进去的话，我绝对不敢说这句话，就是说足协杯他没有可能，我不敢说。嗯。这是个明显的弱点。他现在是为什么？很简单，我就用前申花董事长朱俊的一套理论。啊啊啊！国内球员其实啊都差不多。不是，我有个问题啊，水平都差不多。我觉得，你说我们说吴磊是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例子啊。嗯。我们这么来说，吕文君和曹云定来比，差不多。除了体力，我们吕文君够厉害了吧？在上港队里面，我拿曹二八来比。不一定，有时候不一定。我们先不要说精神啊、自律啊、纪律性啊，这些不说，对不对？求上进心，那吕文君每天看他们挡章的，这个没法比，对不对？这个没有办法比。我们就是说从两个人的技战术能力上来比，对不对？那应该两个人是差不多。曹云比他厉害，我同一期的啊？有没有？等一下，我啊，这里啊，我今天还没互动，我想哥让我跟大家互动。嗯，三哥认为吕文君的能力跟曹云定的能力。水平是差不多的，同意的打一，不同意的打二，好不好？让我看看，我这个理论有多少人支持？大家同意吕文君和曹二八水平差不多的打个一，啊，一半一半；不同意的打个二，啊，一半一半。二也蛮多的。嗯，一半一半。二那么我不用问了嘛，就说他们的论文，吕文君应该比曹云定强一些。一定啊啊啊！好吧。哎呀。所以说呢，我现在可能这个例子是举得不太恰当啊，位置不同啊，不是其实位置也可以说差不多嘛，啊，可以说差不多，都可以说能编能通嘛，啊，你其实这个我这个其实呢，就是单挑球员来比啊，这套理论啊，其实是非常的愚蠢的，就是申花球迷以前就喜欢这样，就什么呢？他呢，一个个我知哎，他一个个比。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哪一年啊，跟这个苏宁抢足协杯的时候，他就一个个比啊。结果我一看下来，哎，觉得他还真有道理。一个个比下来，是申花的球员要强于苏宁的，结果就输了。那足球比赛你不能一个个的去比的，它是一个整体对整体的，对对，它牵涉到的方方面面太多，对吧？对。那么呢，我就认为呢，你现就是以朱俊的这套理论。就什么呢？其实国内球员啊，大部分啊，是肩膀紧，就是我也是我之前说的，买人免了，其实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对，你买来好的你买不到，你好的呢，你就头挑的买不到，对不对？你买来差不多的二流的，或者是仅总国脚次一线的，到不了国脚那种次一线的，那你不也就是我们林创一的水平？对对对。
对不对？你说你买了肯定比林创益好，我当然不见得，我当然不见得同意了。你说对不对？你说这彭新立真的就比林创益好很多吗？也难，对不对？你刚说到这个问题，我又想到了啊、嗯！突然间我想到一次，我们不是那个药不好吗？不是那个缺吗？羊粪我们药不好吗？来听我讲完。嗯。王家杰拿回来，把青岛广海的招回来。王家杰可以吗？那我觉得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我们等一下啊，等一下再谈。我还是就会把刚才朱军的话题，就是说中超的两个球队啊，你要比的话，硬比的话，首先比外援。对，啊、嗯哦，首先比外援。那么外援他们是金信宇、沙拉维、莫雷诺啊。那我们伊哈洛啊，伊哈洛啊，我们这里呢是啊，不要一个一个比，一个个比没用，一个个比我们绝对干掉他了。就是说大家一起比艾哈啊，我们是艾哈那个后腰阿瑙托维奇，阿瑙托维奇。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的话，我说句啊，他也很强，但是我们依然略胜一筹。嗯，为什么呢？我们是。两个中场组织，两个锋线杀手，啊，组合比较好。对，组合比他好。他们是三个锋线啊，他们是三个锋线杀手，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不是，他们是什么？他们少了一个腰、啊，你知道吧？就是艾花林、艾哈跟奥斯卡都能踢腰这个位置。啊，那我就要想各一个。他如果是我告诉你啊，他如果是不是？不是伊哈洛，而是瓜林的话、嗯，当然要好一点。要比瓜林要再强一点、啊，那就厉害了。那就厉害了。三哥为什么再把门将有气量？会说这种东西，中学数学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叫排列组合。嗯，二乘二是有四种组合，三乘一是有三种组合，嗯、对吧？啊，对，对，这个逻辑。组合多，我是个讲逻辑的人组合多啊，我是个讲逻辑的人。组合多、啊，真的是组合多。那么呢？外援比下来，毫无疑问，上港的外援依然是强的。先浩克受伤这个先等一下说，对吧？情况还不明，对吧？嗯、我们先不乱下去，不考虑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外援比他身况还是强一头。那么国内球员呢？我刚才说差不多，但是有一个位置不能是差不多的。中超十六个球队的守门员拿出来，你说都差不多，跟参加的哈刚，跟差了远了，差了远了，跟好啊比，国门和那个一般的门将，好啊比瓦尔兹，这差了都太多表了。侬讲严俊林去跟着我上次在群里说，跟天津泰达的杜佳比，这两个人能放在一起比吗？大家都看球的，那我相信也有天津球迷在，对不对？你说你都能比吗？而且你现在严俊林，嗯，对吧？你现在你那我们首先说。国内球员，那这个下面的话大家要听清楚啊，这个是今天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中超的球队，我来这么来把我的这套理论啊来总结一下啊，嗯，十六支中超球队，第七名到第十六名，差不多，这什么国内球员，国内球员啊，国内球员、啊、差不多。这第七名到第十六名啊，最后名次啊是靠外援来排的。嗯，嗯，靠外援，这就是我们平时一直挂在嘴上的说的，就是什么呢？中超开外援，外援决定下限，啊、嗯，国内球员决定上限，嗯，你只要外援好，你的下限保证，你肯定不会降级啊、嗯。你不管是深圳也好啊，这个天津天海也好啊，北京能和也好、嗯，他们到最后就拼外援，嗯啊，你只要外援好，国内球员我看上去都差不多，对啊，对不对？这个是第七名啊，大致啊，第七名到第十名。前六名，看国内球员，看国内球员啊！我告诉你，这个来比了，这不是差不多，有差异。第七名以下你可以说差不多，前六名没有差不多的。前六名的比什么？你知道吧？比国脚。好，谁国脚多？国脚。你不要说什么里皮倒浆糊不倒浆，他挑人不倒浆。对，恒大、上港国脚最多。国脚或者是前国脚，当然国脚就一共就是这么二十来个人，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覆盖六个队，进过国家队的，嗯，你就比谁多，谁多，谁联赛夺冠的概率就最大啊，很大，三队都很大。这个理论我们在刚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说过的，穆里尼奥说十七个，对对吧？有十七个国脚水平啊，才能夺冠啊。就是像现在再来回顾这个，就前六名啊，你就比国脚。啊，你曾经进过国家，当然了，那进过国家队不是进去混一下就出来，这不算，你是在里面要踢过参加国家队比赛，踢过那么三四场，
那才可以说，嗯，对吧？那么尤其是在于哪里呢？就是说，在守门员这个位置上，你要争冠，一定要有国门，国门，三个国门要有一个。那么呢，现在呢，其实呢，最近这几年呢，我看了一下，其实国门呢、啊、也就四个，没有第五个。哦，哪四个呢？曾诚、严俊麟、王大雷、王大雷、张璐。啊，张璐。哦。北京这个门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申郭全博还申花就缺一个国门啊？他现在就缺了。不是有李曾经的李帅吗？他就现在就缺了。那个李帅不行了、曾经的李帅还行啊。李帅现在不行，你看崔康熙刚来的时候马上用李帅、哎、当了破五还是换回来用现役四大国现役现役现役李帅年纪大了接着老鼠了吧啊接着老了吧啊也给过你的这样我都够讲了不了你我也这么缺前四名有三个国门、年纪大了也不行所以现在还是用说到门将当年申花为什么好欧楚良于伟亮刘宇飞国门王大雷那个都是国门对吧老子得个蔡健林蔡健林呢这个位置不是开玩笑的不能知道吧申花我告诉你我们啊，反正我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啊、你们可能比较理性一点、反正我是不是看到申花好所以呢我呢会竭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来阻击他买张璐他只要不买张璐、啊、我告诉你他明天啊，明年什么亚冠狗屁没事啊，他买了张璐了这话另说这个张璐这个球员出气归出气人死命就带了他们拉毛巾啊，他打了打他们拉毛巾这个多多、啊、人死命、啊、废话多今天的比赛我就看到了、就有好几个球都被他跑掉了、他可是天津天海的最后一张张对今年天海如果可以保持还真是靠张张璐这个话大家同意吧应该能够同意啊所以说就是把守门员的这个问题说好这是针对申花说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李国脚嗯李国脚那你现在你看啊中超排前三的国脚大家查对恒大略微多一点因为恒大他人在替补席上他都是国脚、他是在于汉超啊他是那当然他把张文昭都卖掉了对吧这个也是啊他反正恒大拉出来一个都是国脚啊那么呢上港呢主力队员全国脚啊这个没个争议对对对啊连陈冰冰都进过国家队对对吧对但是上港呢在替补席上呢就弱就弱在这里就是替补席的就主力受伤了张毅林创毅张华成那可都没有进过张卫杨思源、可都没有进过杨思源都没有进过国家队那杨思源我是可以打赌的在将来早晚要进、还是主力而且啊主力对国脚主力啊教练都喜欢这种王他们吧国家队缺懂你啊跑一万四的教练都喜欢这种啊肯跑的啊都是吗中国家徒手我给他定个配置他到得了家徒手那种位置吧他跟家徒手风格不一样啊风格有点不一样家徒手蔡慧康有点像蔡康有点像、那么他更像马斯切拉诺他有他到不了小马哥这个马斯切拉诺他有点像我先不谈杨思源先不谈杨思源啊球迷们有什么说法吗我刚才说了这个对对对对他有点像坎特倒是真的杨坎特他都有点像坎特他就是叫杨坎特苍蝇可以飞过球不能过这个是这个所以呢就是说呢在这就是大家很多球迷啊今天我为那些在贴吧上在懂球地上呼吁上港中下窗要买内援的这些球迷呢我给他们呢站个台对吧这个呢买人呢我觉得我是不赞成买人但是我觉得他们买人的人呢是有道理没错啊没有错那为什么呢佩雷拉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说过对我想买人俱乐部没让我买对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俱乐部的问题主教练们肯定是想主教练这个事情是权威把也能难道来听我吗
听三哥吗？啊，听张敏吗？啊，三哥说不买就不买了。啊，不可能，你不听，你得听费雷拉了。你要么不用用他做主教练，你要用他做主教练，那他一个名单开出来，我走的时候就耿耿于怀嘛，走后卫不买嘛，年初提出来的嘛，结果给尤二三这车一搞，搞了就买不了，买不到嘛，就不阿斯这个马不是，他不是为自己找理由，他的确一七年的整个赛程的话，我们走后卫变成一个软档了。争冠的几场比赛还有亚冠的比赛，就是恒大从张卫这个地方打进来进球的啊。那我不是吐槽他，就他那个位置失常。阿兰进了两个球都是从那个位置，也不是说就是说单单说是张卫一个人的问题，对不对？就你最喜欢的于海，你在这个位置上，防不住，位置上的话，他因为于海是攻击性球员，防守上面差。你去年打鹿岛鹿角忘记了，被人打爆啊！塞的球，哎呦，这球是力压于海，硬顶进去啊，对不对？都不能怪于海，因为尺有所长啊，寸有所短，他不是被你硬拉的，因为你没人要这边硬拉一个来，这个呢？那我们想来想去还是用陈冰冰。哎，冰冰呢，就是说希望他能够认真一点，这个倒是真的。就是说我还是说，所以今天三个在这里为那些说叫买人的啊这些球迷呢，我来跟他们站个台，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结果呢是买不到，这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你首先你的思路是对的，对，但是你去买，俱乐部也想买，也买不到，买不到，挑不出来，俱乐部也肯定想买的，对吧？规划我们也找了，周帅他们也来试训过，不要，这水平没到，能力不行啊，能力不能，没到这个，为了规划啊，就是说没到这个中超主教练的啊这个啊法眼啊，没到这个，对不对？你看李可最近也不行，对不对？使得的让他不稳定啊，所以是有道理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呢，我告诉你，大家听我一句，那我首先跟你们站台了，对吧？那你们想买人的，除非你报得出一个啊，很有对方俱乐部也无所谓，但是呢，我们呢却可以明显补强的这样的人有没有？你有的话，你报出来，对不对？我相信通过各种渠道，总能够让俱乐部知道。啊，能够让教练组织，但我认为是没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呢，你们也听我一句，就什么呢？安安心心挖潜吧，内部挖潜，潜力还是有的，对，潜力还是有的，对吧？你尤其是我现在呢，就是说左边，我倒真觉得挖潜也比较难挖，因为这个是左脚将，就只有把陈冰冰好好的再磨练一下，实操他。那让他适应这个位置，死操陈冰冰啊啊！那么呢，在后腰位置上呢，我觉得呢，我们有人，后腰多，有人啊。那上次上一场比赛，大家吐槽张一，对不对？我觉得是这个有道理的，这个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离谱的一个动作，人家叫没判点球，对不对？所以说你们也不要老是叫黑哨。其实我们今年上港在裁判身上得力的也有，对吧？主场对鲁能这种奇奇怪怪的，这个别管，结果就是对我们有利的。你这个要公正客观一点，对不对？你这个很非常奇葩的，废掉人家一个 VR 的这个点球，然后吹了我们一个 VR 的点球，短短的在几分钟之内发生。当然了，我们可以说这个都是事实，本来就该这样。当然你可以说，但是这终究是和正常的一些我们平时看的足球的。一个流程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大家就觉得比较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说一点啊，通过 VAR 就是还原了比赛本身，啊、对吧？也是运气啊。我那就是我始终呢是认为呢，在啊，就是在这个在挖潜这条路上啊。我们还是文章其实没有做够，文章没有做够啊，就是我觉得呢，首先第一个呢，后腰，我觉得呢，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呢，还可以啊，如果像张一啊，觉得是不行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再往更年轻的里面去可以培养一下，9900啊，就是也不一定要9900了，我觉得呢，至少来说，我认为啊，雷文杰啊。体力相当好啊，身体素质好，硬度也够，
个人技术呢，就是说稍微呢超一点。他好像打前面的啊，他是打前卫的，那个打他打锋肯定是不行啊，就是说，但是呢前卫呢跟后腰呢都是中场球员，其实这个是呢比较能够互通的，一个可以打前腰的球员拉回来打后腰，大差也差不到哪里去。那么呢，就是对于雷文杰来说的话呢，这主要呢就是让他的出球能力呢再提高一点，对对啊，那基本上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后腰了。这个球员是可以把他位置，有的时候啊，你没人的话，你把一些球员位置挪一下，哎，就活了，人挪活，全盘接活啊，全盘接活，树挪死，人挪活。还有一个我想问问高海生啊，这次不是被调入一线队了吗？啊，这个球员你觉得可以用吗？也可以，也非常好，因为高海生的左右脚均衡。那么呢，对于一个左右脚均衡的球员呢，如果呢你要把他去用到后腰上的话呢，我觉得呢，我还是会选择雷文杰，因为后腰体力是重中之重啊，体力是第一位。体力是第一位，后腰一定要是具备最强大的体能，因为他的上下能力啊，要比翼位啊还要强一点。就像杨思源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体力好不算数，上下左右，你体力好不算数，你还要能跑。嗯，你甚至于就是说短距离冲刺跑，你的能力也要强。哎呦，这些雷文杰都具备。雷文杰是一个很肯跑的球员，你把他改造成一个后腰。国奥队比赛看过没有？嗯，他这个是满场飞的。嗯啊，毛糙是毛，他其实就跟杨思源差不多。嗯，脚下呢有点毛糙，有的时候呢会吃牌丢球啊，就犯规啊，防守动作呢做的假啊不到位，嗯，卡位呢不太好。对，但是杨思源有的他都有，他肯跑啊，他非常肯跑这个球员，而且身体素质好啊，身体素质好，对抗也可以，嘎住这母子把式了，你又够投球也可以。所以他具备了做一个后腰的硬件上的东西，后面的是软件，你看你怎么弄。那么高海生呢，我认为给他改造成什么，就我们左翼位啊，那可以呢让他跟陈冰冰竞争一下。好啊，把高海生打到左翼位，他是踢前卫的嘛，左右脚均衡，高海生是踢前卫的，嗯，前腰也踢过，对对吧，所以说他可以尝试一下踢踢看这个左前卫的，左前卫的位置。但是呢，我觉得呢，他跟陈冰冰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他防守能力可能会差。那具体不知道，可能在德国混了一段时间回来，就是说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还是有机会要看看他。而且我觉得这次既然佩雷拉把他从预备队选到了这个一线队，我觉得肯定是看中。一步一步来啊，一点点，一步步来。现在这个，因为陈冰冰现在呢，你已经，冰冰呢已经在国奥队呢已经打出威风了。对，所以呢，你不可能说希金克用得好，你佩雷拉用不好，这个很丢脸的啊，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佩帅的话呢，还是先用陈冰冰啊，对陈冰冰花点心思，好好打造一下，嗯，除非是他自己不努力，或者他去国奥队了，啊，要不然啊，国奥队也没事啊。那希金克打造他也对我们也有利啊，对不 对, 对,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我刚才说雷文杰，嗯，啊，既为国奥队做了贡献，同时也为上港的未来做了贡献，嗯啊。而且呢，雷文杰还有一个，我刚才还漏说了，我刚才说的那堆好处以外呢，他还有一个，他进球欲望蛮强的，这就具备了保利尼奥的。保利尼奥是一个非常想进球的一个后腰，嗯。对，雷文杰他很喜欢进球，对对对啊，他甚至于抢奥斯卡的球去进，对吧？我没说错吧？对吧？啊，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可以的啊。我三哥在这里借这个平台呢，啊，向俱乐部大力提议推荐，推荐雷文杰改造后腰，用雷文杰代替张英。那我觉得现在的话，雷文杰可能他可以先从这个排在那个林创一的后面，哎，那肯定是吧？那肯定，啊，要达到，因为林创一的出球能力，在洋洋洒洒的这些上港球员里面，那是相当强、相当强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把这个后边的这些后防球员，你单说出球能力去跟林创一比，还真比上。嗯，但是林创一是优点明显，缺点明显。对吧？啊，
球风偏软啊，就是说他如果说大家打全华班的话，上港还真缺不了林创意。哦，对，总要有人出球的。你试试看嘛。对，全华班。对啊，如果大家打个全华班，所以生活就明白了。最近啊，要得意起来，一讲，哎呦，阿拉大家当主呗，那上港没得哪个吧？话有一定的道理。打全华班上港对申花还真的很难说，吴磊不在的情况下还真的很难说。我们肯定吃在卡里，真的不好说，因为他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买来的，对不对？毕竟浩啊、张璐啊都曾经国家队里都不过了，他现在唯一吃软的就是那个门将为什么呀？这个有点啊，而且我觉得陈昭吧，感觉还是不太稳啊。那没办法，年纪小。我们魏征今天又几次失误？今天失误厉害了。不讲谎，人冲过去了，人家一，我就是魏正啊，耳朵孔当结棍了，对不对？魏正啊，啊，我不知道你在不在看我这个节目啊？啊，魏正他是看得到。魏正的爸爸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节目、啊。魏正啊，我跟你说啊，你如果啊这样子在越胆子越来越小下去的话，你就废了。对。他今天由于几次传球啊，有几个长传啊，他传的不到位，知道吧？就直接要么开出底线了，要么就直接传给了防守球员了。他到后面下了，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他往后往回传，知道吧？捋了，这个是恶性循环。他就不敢往前传啊，因为怕失误。他这个球员，他本来最大的优点是他是一个出球能力强的后卫。对对对，你现在都不敢出球了，你拼身体。拼卡位拼预判 你比得上时刻贺冠吗？你比不上，你能够跟他们比的就是你的出球能力。对，有脚长传要坚持这个优点、你不要怕，知道吧？好，就是给你出错，不是说你每脚都要出。我今天到后面我看到我告诉你老是在往后转，我慌了，我都慌了。这个球员这样下去要废掉了，因为什么？他你自己强项他都不敢用了。我们这里如果有那个如果有那个魏征的亲戚朋友或者粉丝在看我们的节目的，赶紧把我们这个意思啊传达给他，千万不要怕，不要怕，要敢于啊出球，不要怕啊，失误了再出，失误了再出没关系，给你试错的机会啊，对吧？你老该都如果来哈啥驴啊，对不啦？啊，真的不要。不要畏手畏脚，哎，没有这种男子汉，我告诉你，就这样，就是说你我年轻啊，就是吧？就是搏一下，对啊，你搏不到的话，那是你的命，不搏不精彩啊。徐根宝说的，不搏不精彩啊，你不能怕，你不能怕，越怕嘛越铁不成，不行军规啊，越铁不成嘛越好越好啊啊，你们把自己的强项给丢了，优点优势没了，对吧？啊，魏正。啊，如果有机会看到我，他有看过，我也知道。那如果有机会看到这段节目的话，我觉得啊，你是啊，一定要心里一定要过关。嗯。今年给了你那么多的机会，而且给了你错误犯错的机会、我们上港球迷是可以说是全力支持，哪怕是丢球犯错误，我们也支持，都支持，对吧？不要怕啊！不要怕，就是豁出去，就那侬保了还，侬他那我哈太重亏吧啊！剩下的联赛当冬训啊，好好练啊！我们你又坚持隔壁五马分明，我们主攻足协杯亚冠啊，剩下的联赛当冬训。我告诉你啊，五马就特别喜欢足协杯啊！你这个小年轻就是好好练，对吧？而且我觉得主教练那么信任你，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不练不是浪费机会啊，对不对啊？这么好的平台给你去练啊，亚冠足协杯联赛给你去练，你也不好好练，这个浪费啊，一定要练，这个对的，说的对的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呢，所有的问题呢归结到最后一个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浩克的伤情，这是核心啊！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才谈技术、谈战术、谈再多的话，如果到最后说这个啊不能上啊，如果是个坏消息的话，那他妈的你再怎么用什么战术也没用呀，对不对？啊，要做这个大厨要有这个菜啊，没有菜你怎么做？而且下窗已过，你没法救急，也不能补啊。如果说我们到靠后面的这个半这个还有小半个赛季。
我们是如果说用三外援跟人家四外援去拼的话，那匹配不过人。我们而且是只是三外援里面有一个亚外，而且我们里面的阿瑙还没有很熟悉，还没有很熟悉，这个对球队还没有很这个配合打法还没有成型，对吧？所以这个浩克不能伤啊，我还这个观点，伤了的话凉凉啊、这个。至少在8月27号亚冠之前要康复，我其他不说。在8月27号，这个要赶紧要好起来。一个月不到了，还有不到了。今天3号了，24天，对吧？你至少24天。什么伤了？你说了吧。说好像是大腿腿根啊，到底是膝盖还是？明天问我看。到底是看俱乐部、哎。我们这里有球迷知道吧？到底是他的膝盖有问题，还是他的大腿的？我们球迷这个说了也是。根部拉伤，到底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还是看明天官方俱乐部。啊，说官宣的，说膝盖。啊，说是膝盖是吧？膝盖憋了一下，这个有点麻烦啊。这个什么十字韧带、副韧带，什么那个后韧带，这个韧带蛮多的，膝盖啊。有的说是十字韧带，有的说是膝盖内侧韧带。问问群里有那个有医生吗？问问。如果纯粹是拉伤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韧带的话要只要。有痒了，只要不撕裂的话就有问题。要一个月左右的韧带放。啊，8到12周。贴吧消息不准的，你不要贴吧这个。贴吧消息不准，大王消息不准。啊，三个月。大王刚刚前面是什么说？这个80%赛季保险。80%才把我。啊，东方大王的说。第一场赶不上。第一场赶不上，群里消息不要传，这个没用的。群里再不说、群里没用的，你这个要准确的，需要去南京找三哥退个油一个。可以了，给拉杠了啊！不要来给人家讲退油啊！三弟再讲退油，注意啊！我觉得我别的不信，大王才是我们大王的啊，他个性也并不是那种想吹。陆军说一个月嘛就已经晚了，要到9月3号了。第一场没踢，不是，如果真是一个月的话，那可能充电宝抓抓紧啊，弄了可能他啊，到底先搞清楚，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这个无所谓，知道吧？你得搞清楚是什么伤啊，什么类型的伤，我们就可以好判断。有的是可以快速治疗的，有的是可以快的，有的不能快的啊，有的你弄的，有些伤你还真得什么养彻底以后，因为你也不是说光是2019嘛，对不对？你要搞到2020，他还要踢下去的，是吧？啊。不是撕裂啊、不是撕裂就好，拉伤不是撕裂，那你也说的，不是撕裂就好，断裂呢？断裂和撕裂不是一样，一个是全断，一个是一部分断。你们两个也不是医生，也就随便想想。我们还是具体看明天看报核磁共振。核磁共振，要做核磁共振吗？肯定要做一下了，你也保险一点嘛，要做一下了。啊，烦死了！你礼拜一去一趟普电路，问一下。古电路啊，我还没这个本事。哎，啊，这他妈倒霉，今天这场球。哎，天海城赢了没赢下来？我觉得那这个球队啊，跟我们啊八字不合。哎、老美啊，侬觉得每趟绑的，要么就把他搞毛巾。今天还好了，今天结束，郑达伦还来谢场了，还是有良心啊，对吧？老赵要么搞个毛巾事件，要么嘛。那你啊，客场老是输不赢，是吧？昨夜不也是，李三也是，客场赢不了赢。去年我们夺冠的那年，我们上港球迷擅长、有没有跟哪个客队球迷打起来？我没有，就是跟他。哦，上次对，跟那个权健球迷啊，去年还叫权健了啊，怎么那不就权健吧？大连没打起来吗？没有，不是，我说在8万人啊，8万人啊，权健8万人大连球迷来，我们也没人，对不对？上港球迷还是比较温和的。对，但是跟球队绝对准备就会打起来，就去年是吧？不是，2017年，2017年啊，就那个3-0毛巾事件以后啊，一场0-0，这个球队他妈的降级算了，烦死了，我操！降级也不是你说了算，弄了我们很没的。现在倒数第二嘛，倒数第二，不是倒数第二，倒数第三了吧？怎么倒数第三？倒数第一是仁和，第二就是天海嘛，天海深圳，深圳上去了呀，上去了，深圳哦，深圳打平了呀。你就说深圳倒数第三，真的很奇怪啊！倒数第三啊、他们赢了那个天津泰达，天津泰达送了3分给他。
现在倒数第三了，不是第二呀、啊。啊，倒数第三。那要把它弄掉，想办法弄掉，想办法。我们没事，我们最后一场对深圳，他把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上，搞错啊！最后一场打深圳，今年这个最后一场很有意思啊！我们这边是打深圳，隔壁是打恒大，然后比深圳多一分是吧？哎。反正我们联赛无所谓，我们重点杯赛。隔壁打恒大有什么意思了？最后一轮的赛程很有意思。哪里有意思啊？隔壁踢猴子，我们踢深圳，那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呢？上来一点，说不定有点奇迹呢。啊，你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降级的奇迹，保级的奇迹，指望申花。不是冠军，不是冠军，我说的是保级的事情。懂了吧？天海降级，张璐要去隔壁。你还在？不是，你还在幻想申花会降级啊？对啊。哎，张哥，这里有个球迷说，他说天海降级，张璐要卖掉了。张璐卖给隔壁啊？郑达伦，我觉得倒是可以卖给我们。哎，郑达伦倒是可以。我告诉你，先解决掉一个是一个。对，弄掉，弄死一个是。弄死一个是一个。先弄死他。下去了就上不来了。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无所谓，对不对？啊，也让申花球迷记啊，这个记在心里，对吧？我们干掉全北，他买了金星月。我们如果不干掉全北，金星月不会来。我们不是变相他买得到吗？帮他保。人家打亚冠会放吗？人家打亚冠不会放啊。他花再多钱也不卖。这叫一盘棋啊！变相一盘。哦，这样的啊。我们干掉全北啊，让全北松口放金星月，对，帮助申花保级。对啊。申花这个路子在路子上了。申花球迷说，申花贴吧里发的啊，他们自己说的。感谢上港，好，他们还感谢我们。感谢上港，真心实意的。有啊，感谢我们干掉了全北。一些比较中国的老球迷为的干掉。如果这样，这话真没错。如果我们不干掉全北，全北是不肯买出金星月的。这个倒是啊。那他如果每场少那么多进球的话，就保级了，完了。明年不是要冲亚冠吗？啊，先感谢上港，我们把天津天海给做掉。让你们能够明年买到张璐，就可以冲亚冠了啊！哦，你这个一盘棋下的大，这个棋大了，这个棋搞大了，啊！那可以啊，明年六分也是可以，感谢上港，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集体感谢上港拉标语，谢谢上港，谢谢同城，他们不会，他心里想跟他想个一样，他们不喜欢拉横幅吧？不会这样做的啊。他们心里还是要搞死我，他们一样的，就像我们。不是，我跟你说啊，虽然上海只有申花队，但是要谢谢上港帮助我们进亚冠。能隔绝功了啊！其实他现在对他来说的好事，说句真心话，张璐太重要了，就是守门员吧，换句话说守门员吧，对吧？他这个已经前场攻击线已经是非常的。后场的话嘛，那么怎么办呢？他现在没腰，对不对？然后啊，没好的腰。买了个彭新力，买了个王永珀吗？两个中后卫嘛，又太嫩，对吧？那这个时候，一个有经验的守门员就可以解决所有的。没有，我跟你说啊，他们买了这个金星玉啊，他们战略意义重大，他们换腰就可以换欧洲的腰了，或者巴西的腰。他是亚洲的前锋，知道吧？但是亚洲前锋他现在关键有用啊。嗯，如果这个亚洲前锋一直在进球，那就是了。我觉得比伊哈洛好用，对吧？他莫雷诺如果有一天走了，他们就想争冠了，莫雷诺肯定要走的。莫雷诺换个好的后腰，对，换个好的后腰解决了，懂我意思吧？就是他们这招棋是很好的，是很好啊。他战略意义重大，是很好。金星如果出，但我早就点评过了，就我们上海，但前提是我们把全北干掉。我告诉你，我们上海人买东西就是有这个特点，守卫，对吧？他考虑长远。我们买阿瑙托维奇是为了什么？今年要什么？下半年要带几个冠军？不是的，三年半，我们后面要用啊。哎，这个合同我觉得签的蛮长的啊。那绿地申花他也学会了上港这一套啊。他今年买的这些，你以为他是为保级啊？那刚来这儿，你搁这配置是保级的配置啊？嗯。要冲亚冠的配置，冲亚冠了，还差一口气就可以了啊！他还是真可以，明年可以尝试一下。一个好的后腰，一个门将啊！明年可以。三哥，我跟你说，你今天一说啊，马上明天啊，绿地微博下面全部是买张璐了，开始要，然后吴晓辉，哎呦，贴吧上面，一块贴吧，哎呦，全部说要买张璐。强哥，你这个太自信了，隔壁从来不会参考三哥的意见的，隔壁有一个要吃屎的朋友。那个朋友的意见比较不是老图他有的也不对，他说今天
我们的比赛，我今天一到八百人就有人告诉我了，嗯，就是说老朱说的，说是上港3-0、4-1赢天海，那干哈干不干？这怎么可能呢？干拉杠了，干拉杠了，这个是。这个就是对不对？对我们这个他也分析的不够到位。我跟你说，老秃的水平现在还停留在70年代的生活，还是想着那些什么飞马良有香烟的，然后嘛那个推油了。这个不去说，这个不去说，就是说，其实你，就是说，对于我们上港球队的话，我们还是要比较。比较客观的，不申花的球迷啊，他的这个就是说太激进啊，什么事情都往极端里说，嗯，啊，要火就火了不得了，要喊就抹杀他们，太极端，一种的，你有的时候有一句传统的上海话，平和的心态，我觉得形容他们是这个啊，叫那里头你自己干好，也不是他妈的，他骂吴晓辉，也是骂闪亮，都比较冷漠，你就但是问题是什么的？不是你要看的，就是说，其实我一直认为，就是吴晓辉他有自己一个独特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他自己也不是一无是处的，他自己有自己一套思路，一无是处的好，是吧？你个这个下窗的这套演员，对吧？你现在你俩就是这么某少运营，某得来能力啊，乌鸦。你看少云林贴了好吃，只有能力呀，只有能力，能力了，哎，侬搿一下我好讲，侬勿用，现在一直勿用，话说一直勿容易，冷场。跟侬现在侬又勿讲了，憋出臭，那勿讲了啦。难道老啊？这上个号头憋出臭，搿号头。高头勿臭了，也臭呀。臭憋一直臭呀。搿因为人家思路侬要一直要一贯的啊，要一贯，就讲侬一致性，前后一致。啊，对吧？一些讲人家勿好，一些讲人家好，对吧？搿年脑子又搿宗教啥子吧？宗教有人无知无的，比较无知有的。哎，那吴金贵勿辣海，辣海辰光呢，讲伊跑步，吴金贵跑脱呢，又要叫吴金贵回来，就搿种腔调。吴金贵自家讲过，阿拉两个人勿是被气过伊。哎，讲座，我做做那个总监蛮好的。啊，我不要趟这压力太大，压力太大。搿是金贵自家亲口讲，对吧？他坚决不做，他回来，他还跟我拥抱握手，不要去。赵云霆搿几场比赛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相当出色。自从伊帮吴磊、帮根宝一道上了节目以后，哦，开窍了。也不是开窍，伊就是立志要把上海滩老大要抢回来。哎呦，要抢回上海滩老大！哎，搿么搿高度有点高。哎呀，失败了。的确，人家是现在是有表现呀，表现好是好。这几场就踢得是好。对呀，是好是好啊。侬以赵云霆搿四场比赛的搿个表现来讲，好几国家队。进国家队，踏入路没问题，没问题。第一，好几国家队了，对吧？绝对没问题啊，绝对没问题。这水平已经老高。那么他之前的表现不好啊，他啥下一期老就去的必胜德吧，嘎嘎，晓得吧？这是由于他曹云定他本身的一些比较独特的个性造成的，你就个脾气晓得吧？因为他是一个玻璃上嘛，啊，他这个是不高兴，没头啊，叫不高兴，没头脑，不高兴，没头脑是百家俊啊，他是不高兴，不高兴，侬我开心，你不高兴，你不高兴些啥题材？啥都不讲了啊。那么这就属于阿拉讲所谓高头叫要顺毛路啊你。啊，顺毛驴，他听不得那个顺毛驴，各种，那你弄了十一，十一一个弄啥么子，好称兄道弟啊，弄了十一，把他飞起毛枪来，龇牙咧嘴啊，对，就各种人，那这种人不是很好打交道，就叫性格，叫啥，一个种性格就是有明显缺陷，对吧？三哥，刚刚有一个球迷一直在问，就是说关于我们八万人洒水的问题啊，嗯，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洒水还可以。啊，今天还可以，没太多，没太多啊。但有几场是洒水，的确是有点多，有点多。还有踢的这个方向呢，比如说哪个半场多一点，少一点。但早就总结过了嘛，根本的啊，肯定是根本的迷信啊，我哥啊，就是我们不是早就说过嘛，对恒大主场就是什么的那个啊，那个北侧球门被他们先挑走了嘛，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好像也是他们是北侧球门，今天是他们北侧球门吗？等一下，对啊，浩克受伤是在南侧。啊，你这个都玄学哦，我不太信，又被他们挑走了，我不太信这种东西，所以刚刚有球迷就在说了，今天这个球门被又被他们挑走了。哎，其实我个人有点没意思，三哥，你作为一个唯物主义的人，总是说一些这种玄学，这也是客观，客观我知道，我觉得这也是客观真理啊，对不对？蝴蝶效应啊，蝴蝶效应。啊，这个呢，我个人不太信。我告诉你，嗯，如果你要真说唯物的话，嗯，那你赶快从天狼星退出。
对吧？为什么呢？球迷助威，这是维新中的维新。啊，维新球又不是你踢的啊。要弄到一个九十分钟的海盗五龙五，他擦了波了都做啥呢？你喊与不喊，对场上的球队的这个表现走势会有什么影响？嗯，有影响，什么精神上？精神上是介意了啊，懂了吧？懂懂懂懂懂的，好的。啊，这是第二点啊！没，还是要维系一下，还是要维系。有的时候你还得要精神上面，还是要该有词，还是要对。就像你说带两件衣服一样的。对对，我知道，我承认。啊，三哥，我想，因为既然讲到这个维新维物了，今天是不是可以聊一聊，就是我们足代会的事情？因为我们联赛已经三连平了，也已经基本上啊，对吧？浩克嘛，现在前途未卜，不知道伤情如何，明天。看报告，对吧？那么我们现在足代会嘛，本来说是7月25号开，25号，26号是吧？那现在又说拖到8月初了，对吧？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跟我们整个今年的联赛的走势也好，或者说是今后中国足球发展也好，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呢，就是说足代会的延迟呢。其实呢跟这个下窗呢是有很多的关系。哦，你觉得跟转会有关啊？跟转会有关。因为什么呢？啊，什么关系呢？这个呢，啊，就是说我看了一下这个，啊，今年的这个下窗呢，我们中超又掀起了一波大投入，而且多家俱乐部是不计成本的在买球员。嗯，这个年初的这个联赛总结会议啊，绝对是背道，相悖的，绝对背道而驰。这其实我早就在直播里跟三哥说过这个我的这个观点。我说什么他妈的四大帽，对吧？啊，我说过吧，这个话。对对对，我滚你妈的蛋！他妈的还谁会来理四大帽呢？现在的结果就是这个。嗯，你怎么这个帽了，这个帽了，没人当你，就是盖不住啊，没有人当你回事，嗯，对不对？只有上港当回事啊，上港也上港不也2500万不是花出去了吗？啊。对，该花的也花了，但是上港好像上半年是盈利的。你如果说尊重四大帽的话，那很简单，除了四大帽以外，我们还有个奢侈税政策，嗯，对吧？外援600万，内援2000万，嗯，对不对？也就是说，其实就给了你们一个条框，你真的要跟着大方向走的话，你外援就不能超过600万，你超过600万，你就是藐视足协。或者说藐视管理层，也不是说足协的，对。那我们一买2500万，嗯，是不是同样的成本？但是我们是盈利的，盈利的话就不用交税。那你这又回到当时的，我们就是说过的这个的，到底是跟着16年的这个跑呢，还是怎么样？你这个这些又没有定论了，对不对？嗯，对吧？你说盈利，今年又是盈利了 盈利还是不盈利？你如果说你要，如果说你这个政策你贯彻到底，你说只要你盈利。你就可以乱花钱的话，你这个本来也是有逻辑问题的。嗯，难道你盈利，上港去年盈利几十亿的投入，到最后盈利了100万，嗯，对不对？你说这个算盈利吗？嗯，那是不是因为你盈利了100万，所以可以花几个亿？结果会几个亿啊？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就是也是有点就是违背这个设置这个。违背什么？设置这个奢侈税的初衷？不，违背党性。哦，你这个帽子戴了，违背党性了，跟帽子戴了，对不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么。啊，如果说这是党的方针政策，嗯，要把整个中超要降下来，坚决执行了啊，那你肯定要坚决执行。那么现在这么多队不执行，不过恒大他买了那么多规划人球员，啊，那你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啊，对吧？就是什么呢？就是，政策变了。政策呢也没变，我说句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政策变不变。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哎呦，这个直播里怎么聊呢？我真的要命了。我刚刚这没关系啊，不能说这个，我觉得可以，你就聊聊这个政策嘛。我8个字结束，好吧？这个很难聊，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你还要聊下去吧？上有所好啊，下必甚焉啊！你这个，啊，这个8个字，觉得你再聊下去就没意义了啊！要往上看，往上看，没有意义了，对吧？你啊，但是上有所好也
除了恒大规划了那么多球员以外，其他球队也在买外援，比如说申花、国安，对吧？也在买这种外援进来啊。这个怎么理解呢？他们也不是规划了，他们就是补强嘛。把瓜林解约了，把罗梅罗解约了，买金星玉啊，买这个，他们也是大投入啊。那么这个投入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制度的话，最终就是说，无非就是说，处罚他下一窗口去引援了，无非就是这个。到底有没有处罚？这个是一个很系统性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由于你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恒大起了这个头，对不对？那么其他俱乐部就有理由效仿，对吧？我为了生存，我必须也要投入，对对吧？我不投入，你看到吗？我保级了嘛？哦，对不对？不投入保级了。如果保不住级，那么我损失还要大，申花这个品牌就没了。嗯，而这个品牌价值多少？价值多少？啊，哦，品牌价值高啊，对吧？那么要维护这个品牌，是不是国有资产的这个事？你知道吧？你要编妈的后面一大套理由啊，所以我非常，你刚才我们聊得很开心，对吧？翔哥一提抛出这个话题，我脸色就沉下来了。因为什么？你直播很难聊这些东西的，你要怎么聊呢？你要说，我有一肚子的话，我没法说啊。不好说，不好说，这么说啊。这个、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讲足代会，那么足代会这个推迟，你觉得是？我们聊这战术吧，翔哥，谢谢你。啊，这个真不能害了，也不能害了你自己。这个也真不敢聊，真不敢聊。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还是等结果了，等他什么时候开吧？啊，他随便他怎么搞吧。不要妄语啊！我们做一个普通的球迷，挺快乐。就看看啊，看看球啊。至于他上面，你就直接这个到底怎么斗争，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直接切入这个高层的斗争，我们也管不了，没这个能力啊。我还想枪毙许家印，可能吗？你要枪毙？所以说呀，所以这个都属于效果。还是谈谈女人这个。你我告诉你，侬拎个侬啥，侬拿了许家印了啥拎出来刚刚不要紧了。啊，这个氛围还蛮宽容的，因为他终究啊，他也只是一个私营企业老板，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们其实，你看恒大球迷什么？他们会经常把程序员拉出来说吧，很少，因为情况不同。国企老板啊，对吧？你真的，我们也喷蔡振华也喷了好几年，对不对？那你说真的喷他蔡振华，你有些话也不能太过，对不对？你最多是对于他的一些抛出的一些政策，针对这些政策去喷，就事论事。你要喷他这个人的话，蛮难的。你怎么喷？他人也没什么不好啊。那个不是你说他跟徐家印搞在一起有什么猫腻什么的，这话你怎么说？有证据啊，要证据的，要证据。尤其我们直播平台，你说这个的话，你不是上海。你没有证据是诽谤，这个就不能乱说了。这是诽谤一个人的，而且人家是要法律起诉啊，相关国家公务员啊，国家公务员不得擅自妄议。你要是说诽谤，还有哎，你骂他们轻则拘留，重则判刑啊。你骂这个哎，翔哥啊，骂小辉啊，骂王健林啊，这倒没事，没事，我告诉你，没事。他就是个商人，对吧？啊，吴小辉也不能骂的，骂好人家来查水表了呢。马上打电话到你家里来了。他这个现役的跟前役的不一样。这个吴小慧也不能骂。我也不是骂。吴小慧还不好骂的。那吴小慧申花球迷骂他的还少吗？啊、有些赵鹏头骂的那些污言碎语，骂的很厉害的。他因为为我们也做了贡献是吧？感谢吴小慧。足代会的事情呢，就我们安安静静的，等结果，睁着眼睛看。闭着嘴看啊，这个比较好。但是懂球地上，我看很多人会喷的。如果这个真的啊，如果真的是到最后出来的是那个对中国足球不利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喷。什么叫对中国足球不利？嗯，什么样的局面是叫对中国足球不利？就未来发展不利啊，因为现在不是已经说了嘛，就是如果。恒大这个事情是得到认可的，他这样做是正确的，那么可能今后每个俱乐部都会一样化葫芦，大家都去规划，那么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中国国家队都能吃亏，都是外老外，十一个老外，十一个黑人，然后就是有一个外援，就是吴磊，吴磊也变外援了啊，哎，就是变这个情况。那么这样的话，不是对中国足球发展很不利吗？这是翔哥你的认为？那青训都完了，死掉了。谁还搞青训？那搞什么 U19 联赛、U17 联赛去搞他干嘛呢？这样想法的，搞了半天，最后都是外国人在。我们来这么说啊，这边有一个代表性人物，就许家印，对不对？嗯。他搞了很多奇葩的东西，对吧？尤其到今年搞出了什么外籍规划啊，啊，这个非中华血统的这种规划，对吧？他搞这个东西，那么如果说，他这个东西一旦帮助我们，哎，真冲进世界杯了，那么就会出现翔哥所说的，所有的中超球队都一股脑儿，大家都来规划，效仿规划，然后呢，就是什么呢？会造成的局面呢，就是说这个啊，青训垮掉，青训肯定垮掉，中超呢啊，五花八门，你也不知道是这个到底是这个归属感在哪里，对吧？然后的话呢，但是呢，好处是什么呢？冲击世界杯，世界杯比较稳，比较稳，每一届基本上都可以进去，每一届都进去。另外一个呢，这边是许家印啊，另外我再说个代表人物呢，徐根宝啊，嗯，那么如果呢，你不知道许家印在他呢，我们按照徐根宝的他来，十年磨一剑，磨出来，磨出来以后呢，哎，都成才。所谓的成才是这个磨出来的这些球员，大部分都能进国家队，都达到国脚水准。可是呢，冲不进世界杯，然后再花十年再去磨一剑，还是冲不进世界杯。嗯，但是呢，却能够造成呢所有的这个青训的生态啊，非常好的土壤去生长。嗯啊嗯，然后呢，可能呢花个200年、300年，到终有一天嘛，愚公移山嘛。总能把这座山给移掉的嘛，对不对？总能够冲进世界杯的。对对对，两种，你选哪一种？看上面领袖的。来，我们看看这样，我们现在有48000个球迷啊，让他们来做个选择题啊。如果选择，听清楚啊，听清楚啊。一是规划，一个是200年啊，200年、300年啊，你反正你活着。我看不到，你是看不到，我们都看不到啊！你的儿子也看不到啊，你的孙子也看不到啊，就是重孙有可能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眼前就能看到，眼前都能看到啊，就是既得利益和长远。就是许家印眼前都能看到的，打个一，同意这条路的，同意徐根宝这条路的，可能要等个200年、300年，打个二，好吧？我们这样来，同意许家印这条路打个一，同意。根宝这条路打个二，啊，我们看一多二多啊，来，差不多，一也蛮多的，二也多啊，不要重打，一个人打一次啊，重复打搞不清楚了，啊，我是在说一个，所以是不是翔哥，是不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啊？关键也不在我们决定。还是看啊，在这里说，我们不去谈探讨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就当自己啊，说不了词，好发声音。就是这个事情，你还真难说。根宝这条路是肯定对的，有很多人选一的啊。嗯，人生苦短，对呀，眼前不是关键，三哥，你真有这么三哥？关键什么问题？关键今天我们今天这个。澳洲的郑哥啊，难得回来一次，特地约我，就碰到我们在跟老胡，我们三个一起谈了很多澳大利亚的这个他在澳大利亚的见，人家就是啊，人家是什么？他说什么啊？骑在羊背上，坐在矿车里的国家，就什么？就吃资源，先吃资源啊，地底下的资源，还有羊毛啊。然后我们又谈到了沙特阿拉伯。后面的事情就是靠资源，人家去想嘛，总有一天石油挖光了，他会想这个问题吗？先用了再说。天天他纸醉金迷，先用了再说，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叫唯物啊！哦，这个不叫唯物主义吗？小刘，这个唯物主义啊！你会有来生吗？不会，只有这一辈子。那对对，就这一辈子，你一辈子后人受苦，你不看得到吗？你不是你自己，就是说你最多的条件，当然快乐你也要为社会做奉献，对不对？但是你至少来说，我能够尽量的多看些书，多跑点路，多看看这个世界，多去点国家，多去几个国家，对吧？啊，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来生一世不容易啊！你说，如果说你要花200年、300年，
我看不到了，我根本就不知道结果，你跟我来扯，你说你更听我的，200年300年，徐根宝肯定能打进世界杯，你这不是扯吗？200年300年，徐根宝我都看不到，我怎么来向我证明呢？啊，对不对？啊，这是个问题。根宝从带职业队开始啊，都不是带职业队，从带国奥队开始，就是失败吗？对。一直在失败，对对对，在失败，反复的在检讨，在尝试，在改进，在修正自己，嗯嗯，然后再辟一条新路，对，再修正。我们一直在探索，我们钦佩他是钦佩他的这种自我修复啊，这种精神，嗯，他不认输，对吧？嗯，执着啊，不认输，但是不是说他这套是能够达到最终的一个效果？到目前为止，就以吴磊、吕文君这一批，也没有成功。对。但三哥，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刚刚这个道理呢是对的，就是说看不到，对不对啊？那么我再举个反例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他篮球好，对吧？他这个棒球好，对吧？对。但是他不好的有其他项目，比如说乒乓球他不行。那。那么他是不是说我规划10个中国人到我美国队来，然后我就为了拿个乒乓球的。这个我们今天正好也谈到过这个话题，对吧？嗯。就是说什么呢？因为乒乓球它的社会效应，普及不多，达不到，关注度不够，达不到啊。我们就今天正好在谈论这个问题，知道吧？为什么说足球那么的吸引人？世界第一，它为什么它变化太多？嗯，你把上港和申花放在一起，上海德比，明天大家踢一场，谁敢说上港肯定赢，或者申花肯定赢？谁敢把房子啊卖了说我去压上港肯定，对不对？你如果说你把这种都有概率的，你把上港和恒大再踢一场，你把什么？你把马龙或者找个美国的乒乓球运动员，你把那两个人放在一起，你说他们两个人比赛没有猫腻的，正儿八经踢啊，肯定马龙赢的啊！你房子敢不敢压？他肯定压，你干嘛不压？啊，差距太大，实际上这个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实力征服一切，足球不是实力，还有偶然。对对对，还有各种各样的裁判各种方面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场地啊，评定项目这种项目，基本上啊，碾压你就是碾压啊，碾压你就是博尔特啊，博尔特他赢就比你快，就你们刘翔比你快，就比你快，以前什么撑杆跳的啊，400米的摩西，对吧？这个都碾压就是碾压，这少平你根本你不可能跑得过我，就算我今天发个高烧你也跑不过我，发高烧都跑不过。对，足球可不是的。啊，他太复杂了。明天巴塞罗那教练啊来上海访问欧冠，跟绿地申花踢一场，你说巴塞罗那肯定能赢绿地申花啊？不见得。哟啊，不见得。哎呦，绿地申花能赢巴萨了，不得了。那不厉害是吧？翔哥，他举个例啊，就是说这个他派点不是主力的替补啊，你人家不重视，你那他跟你踢不完，他替补给你玩玩可以了。好，这里有个球迷说了，就举个例子，他说就是足球啊。吃兴奋剂也不一定能赢。哎，对对对对，就是说举重，比如说举重，我吃个兴奋剂，我能举起来，说得好，对不对？这个啊，叫是谁说的？啊，我来看看啊，这个叫什么？没事没事，看我微博，留私信给我，进群啊。这个啊，只能说出这一点的，就是这个相当有智慧的，有智慧啊，相当有智慧了，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吃兴奋剂也没用，是吧？你看到过足球哪个足球运动员查兴奋剂查出来的？那不估计吃好了，全没用，全了没用。那就吃好吃好之后，他那个头跌到门柱上，咣咣咣，不上了，球踢不进就踢不进啊！啊，太复杂。足球是一个非常非常啊，非常非常讲偶然的一个运动，所以它充满了魅力，所以足球也是最最吸引赌徒的一个运动。哦，你谁来赌了？乒乓球已经赌乒乓球了。哎呀，哥好像没听到过。稳赢的乒乓球开不喝，有的开的。稳赢的你敢买？老弟，老弟，100块，妈，中国国家队面子打开了，春暖花开。哦，许家印这套，他就是看透了足球的那个偶然性。你们的心态。因为什么他其实他这套东西你规划这帮人你真的他妈的就保证能冲进世界杯啊，不是我就跟他来
然后之后我去帮本身就帮运道，去帮，对不对？懂的。跟包就出卖头呀，八千里才那高对吗？那黑了九分钟，那那搿也不是出了运道人买嘛，对不对？买买了些搿一辈子背了个只股，对吧？侬万一出了徐家印象出了我搿那运道介好，我买比他好比能出了中国首富啊，搿哎。有贵人相助啊，对吧？我这个天上的贵人啊，就是说不是，就是讲不是说某一个人啊，他这个命里相助，对吧？有贵人啊，命好。万一他那一哈拉不拉拉到龙塘里出去，一去贴世界杯，哎，没进去啊。那搿就是命好，运道好啊，运道好。那这就是米卢，啊，米卢啊，米卢运道好，米卢运道避开了日韩啊，然后又没有超到沙特伊朗啊啊，米卢是真的运道好。对你有这种运气吗？没有，哎，抽签型的，抽签型。但是侬讲侬讲米卢一点本事也没嘛，啊，没有嘛，有点本事，不是啊，但是把人际关系处理了啊，但是米卢侬讲应该好海跟绝对老有啥个水平也看不出，伊也没啥转折的。我讲不到听，对呀、啊。但是伊当着国打着国家队就好冲进一趟世界杯，搿伊有本运道好命，晓得吧？啊，所以八点钟啊，东西南北方位，你不能不信，我告诉你啊，小刘你要听进去啊，玄学有道理的啊。我一开始是不信的。啊，一开始那个经过三哥几次那个演播反复的这个，那今天我们把这个事情梳理一下，你就明白了吧？嗯，我在车上的时候，我跟他说了，我说我这个人本来是不信这种东西的，嗯，所以说呢，真的是啊，你就让徐佳莹去搞吧，让他去撞，伊也是翻只牌大小的事情，啊。你反正来给自家来给冲进世界杯，你搿套物事就 OK 了。啊，你反正小，以后的还要吃加上，还要吃加上。我这个难讲，当然搿加上有大有小啊，但至少来讲对伊没啥好处。就失败啊，说明搿条路走不通啊。走不通，现在机器搿种，葛末最后就是讲都是白弄。就是讲，实际上我觉得侬的意思就讲，实际上各种路都会去尝试，最后失败的话就让徐家印背锅。我跟你说，总要找一个人背锅的。他也不能说他背锅，我觉得，但是至少来说的话，中国足球再次证明了某一条路不行。就很多路试过了，啊、这条路也走不通，啊、那条路走不通。但是我觉得啊，我觉得徐家印这样做，他如果到最后真的走投无路的话，那还是好好那就去死吧。啊，因为他反正死后的事情你也不知道，啊、留交给后人。后人啊，就像解决台湾问题，不是台湾问题，解决钓鱼岛那个时候。啊，钓鱼岛的、啊、钓鱼岛不是难了，就让我们这代人没有智慧。啊，下一代人去解决这个问题，就难得别呢，就搁置争议。其实这个话是比较有点形而上学，就是说他不是那种就是说非常积极面对的，对吧？对对对，而是说。他就是说啊，听之任之啊，算了算了，我不管了啊，你们后面人谁要管，你们去管吧。其实是一种无奈的说法，是一个比较无奈的说法啊，你处理不了，对，这就在现实的条件下面，中国足球是冲不出去了，冲不出去。不是，但是徐佳莹他这样做啊，他也是给自己留条路。就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冲世界杯了啊，那么你就安安心心，就让后代的人去搞吧啊，就两百年以后。说不定我们哪个后代脑子聪明，今天中国家队打进去了。啊，不是，那万一就是讲一记头，搿个一代里向一枪头，那个洋洋张起养出来有的十几个五来。嗯，不是，这概率事情，侬不晓得呀？不是，侬不晓得呀？啊，吴磊是天赋啊，天赋，老天爷送给我们。对不对？你不是说这个是因为他本来什么都不懂，让他徐根宝把他调教出来，他身上有很多东西是天生的，所以是没有办法，智商啊，球商。那么正好呢，脑子又遇到了个伯乐，对吧？哦，千里马啊，那千里马加伯乐就出来了。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其实像吴磊这样的中国的孩子多了去了，就但是你发觉没发觉，没有啊，你可能以前的送快递啊，对呀，是呀，就搿个道理侬啊，做卖外卖了啊，你可能以前来到送快递，对吧？穷人家的孩子有可能来当警察啊，也有可能这个不可能啊，对吧？啊，有可能你去踢球哎，我一当初辰光做啊，小辰光跑到崇明去，我球哎，可能现在已经超过五代，正宗中国美食的味道。哎呦。
根本都哪能搿没发觉出来，那办法，没发觉出来。但是呢，侬搿个一八年、两八年、三八年、五八年、一七年啊，能，侬总有得一趟对伐？会得一下子发觉好，一枪头对伐？发觉会，交交关关了对伐？我出来交交关关吃你嘛。哦，能不能够帮你凑一道呢？九二班来了，黄金一代。哦哟，侬讲美丽的九二班对伐？哎哟，来了，家里那个黄金，中国足球黄金一代。哎哟，有过的，会有的。有的，我们可不一定看得到。我无所谓，我心态很好的。我们拿个超级杯，我心态就好了。我不要看到中国国家队拿世界冠军的，我不用看这一天的。这个话呢，再说回来呢，我们先不说浩克的伤势怎样啊，那就是三外援打四外援呢，你结果也不好说。你这个说啊，三哥说凉了，那真的凉了吗？谁又敢说呢？对不对？足球是圆的啊。就像那次足协杯打恒大，我总会认为这个蛮难的，没想到他妈的，哎，二比零，今天一弄他，挂了，绑了扯牢了，对吧？对吧？那主场都被他，对啊，想想，而且又刚刚踢完重庆，这么臭，踢了个一比一，上港，啥年我都想到会的。有买彩票的朋友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啊，上港是最最不配合盘口的一个人啊，他那里买他有输盘，两球两次的在两只三只点，对吧？到最后踢平，我不知你看一次老多啊，这种情况，但是搞不好，结果到下半年啊，赢球赢盘都有可能，哦，玄学啊，因为这个而且比例老高。是的，你看啥？哎呀，智力不来，那鬼道就那上岗不要死啊！哎，反而哎来了啊！就阿拉是反而收缩了，把人火锅头了，阿拉开始收缩了，不攻了，没进攻了，嘴嘛赢了，对吧？啊，别墅嘛也靠海。哎呦，搿个小刘啊，别墅靠海了啊！迎娶白富美，对吧？哎呦，你脑子里就想白富美，快点我去扣扣，楼下头交关，扣扣。楼下那些小姐姐实在太妖娆了啊，太妖娆了，嗯，不敢，不适合你呢。小刘身体不如三哥，三哥老当益壮啊，是吧？三哥侬老当益壮。哎，搿搭一个球迷讲，要么你讲今后人类有着搿高科技，不是，就是讲。直接一滴血可以测基因，看看这个小孩适不适合。有运动天赋，对吧？不用啊，直接克隆保龄，你要就行。克隆保龄，克隆啊，可以克隆出来。就那一样。但是先让人类能克隆，这个伦理先要过关，不过关，直接克隆保龄，你就克隆他的胚胎，然后找一个也不行，现在找一个有牺牲精神的一个。为什么是保龄？中国女孩子啊，不是那个把胚胎植入射进去，生一下养出来，个人弄出来准备好。这不是个规划了吧？不是克隆，这叫借啊！借我弄不懂啊！三哥为什么要克隆保龄球，不能克隆梅西、C 罗这种？为什么要克隆？既然克隆了，就克隆最火的。直接克隆是谁是梅西？谁有梅西？谁有梅西？谁有 C 罗？克隆老刘了。中国队还搞个国家一队、国家二队，一队是梅西队，二队是 C 罗。跟十零年了，一个水梦一起的谁啊？我们这套思路跟许老板的思路有什么区别呢？还是差不多，就我们要时间长一点，我们要等二十多年，还是能看到的，是吧？国外的好的总拿过来，我们等中国人的肚子里，我们等出来中国人，等24年就可以成才了，晓得吧？这个好像可以拍部电影，什么电影呢？就这个科幻片啊，很多人想中国足球啊，科幻片啊，2043年。两零四三年有点早了，两零四三年就叫2043。啊，电影的名叫2043。对，中国足球队，中国足球怎么拿到世界杯冠军？是通过克隆，克隆，克隆国外优秀运动员，梅西的基因的，嗯。这么可能阿拉邀请他来中国踢球，然后悄悄地把他头发留下来，对吧？头发留下来，对吧？侬搿套记得有眼像日本人当年克隆阿拉中国一种农产品的感觉，克隆一种大米啊，农业要需要克隆阿拉个农产品。嗯，是50年代了，我拍电影啊，50年代。导演基因，导演三哥啊，导演三哥啊，制片翔哥，主演。我晓得侬要讲我了啊！我看上去就是小刘，基因谁？搿个科学，生命科学，对吧？搿个啊，中国是也是无止境啊！如果将来阿拉下趟，对吧？再是小人养出来血侪是蓝颜色的，侬又要讲蓝血人了？蓝血人啊，真正蓝血！哎呦，这个太难，还可以哦。多个辰光啥？就讲侬想养蓝血的，就养蓝血。
我想养红雀，我就养红雀。我怎么红雀了呀？谁是蓝雀？上海只有申花队嘛？谁是蓝雀？对啊，郑州更好了嘛？不要不要，就是蓝雀。哎，可上海人。哦，蓝雀是个上海人。红色一话雅痞，我痞。那么侬跟老杜那家好，那就酒上看球，用什么子车子？好，蓝的进去，红的吃了滚。两个。哦，搿老刘了，搿只可高估计了。搿倒没来。啊，改变小颜色去。搿倒没来。内容啊，这内容好颜色。在蓝龙下这倒有可能的啊。好了好了，今天的差扯了蛮多了啊。啊，我觉得呢，大家呢什么都别关心了啊，关心一下浩克的伤情。明天这个是这几天真正需要了解啊，真正。那我们这个队长没了，完蛋了，我告诉你。啊，你要说完蛋了，一会儿我们又说还可以，先么完蛋了啊？刚刚么洗的有几趟机构了。哎呀，怎么的？这个代替不了啊，这个。但是足协杯，我觉得。侬搿能一讲，我就觉得，我有一句我来形容，叫“对方一种感觉”，啥感觉？好客晓得伐？就是，就是叫啥啥？虽然叫什么不知道你有多好，但是谁也替代不了，是个感觉吧？就个感觉。谁也替代不了他啊，确实很重要，对我们啊。当失去的时候，你才最悔莫及。全世界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那好吧，那么今天想的怎么样？啊，差不多了。来，我跟打差不多了啊。招呼啊，同志们啊，给大家打个招呼。现在人气人到越来越多了，不要理了。你放到你爸去。一谈克隆人是吧？现在克隆你兴奋了，兴奋了，克隆两个小姑娘的。没小姑娘就不讲了，都是 Angelababy 啊 ，Angelababy 啊。我再说明一点啊，节目结束前头，我他们再讲取消了。啊，就讲个底，对吧？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好吧，大家那个拜拜啊，那个我们下一次吧，下一场比赛8月14号啊，好吧。还是要说这一点啊，最后再说一句啊，联赛呢这个东西呢，我告诉你，随缘了，放平心态。哎，你这个我告诉你，就算今天赢了，你后面面临三线，我上次直播就说了，也搞不定。你他妈的每一场都要，因为你要追四分，对吧？全赢啊。因为今天是赢了的话还是四分，对不对？对啊，你就追四分，你每一场要当决赛来打，不可能。还有两线不要踢了啊，做你还那边还有两线，对不对？就算我今年就想我们亚冠努努力就好了，好吧？啊，大家放平心态啊，今天两个杯赛啊，能拿一个就行，好吧？对啊，好，三哥说了啊，两个杯赛拿一个啊，拿不到找他啊。好，今天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吧。啊，拜拜，大家早点休息，晚安了啊。Good night，Good night，明天早点啊，明天睡个懒觉啊。好，再见，挂了啊。